王姓得守陈良，养祖秦王。高宗建郡因为卓元帅府后军统治，累攻转荣州刺史。建炎元年正月，从高宗至东平府。时据贼李玉据兖州，命郡为都统治讨之，与数骑突围挠战，诸军争奋，贼遂歼晋贵州团练使寻加贵州防御使中书舍人张邓，自汴京击腊诏，命高宗以兵副副帅海京。高宗问大计，郡曰：“此今人诈谋耳。今大王居外，此天守岂可图往？因请进兵。”高宗许之，遂如冀州，开启甘龙节破夜，有告高宗，欲四元帅叶相结以叛群，亦及诸军屯备。郡曰：“元帅不出，奸谋自破。”遂徙州至 PG 2444。贼数穷黎明，引军北遁，郡勒兵追杀之。进徐州观察使。高宗以郡中劳日积，迁拱卫大夫。继而汴京破，二弟北迁。人心惶惶，郡恳辞劝进，高宗涕泣不许。郡曰：“大王皇帝亲弟，人心所归，当天下汹汹，不早振大位，无以称人望。且白梗南众奏之，表三上。”高宗发冀州，郡便道护行，至应天府。高宗始即位，初置御营司，以郡为御营前军统制，遣海京迎龙。右太后权秦奉兵马前辖，巡奉太后及六宫已归，除待遇器械。时将淮群道封起。郡讨杜用于怀宁，赵万、郭清于镇江，陈通于杭州，蒋和尚等于兰溪，皆平之。落阶官，除正任观察使。二年，升秦奉路马步军副总管，巡破秀州贼数万，赴徐明斩之。晋武宁君陈宣使地如扬州，赵诸将亦恢复。郡曰：“今敌势方张，宜且难渡，据将为险，练兵阵，安人心，四国事定，大举未晚。”郡又请以左藏库于镇江，继而敌掩至，以逼进殿。郡即奏敕贾赦，从地如临安、苗阜、刘镇燕反。郡时屯兵吴江县，复等矫诏加郡捧日。天武四乡都指挥使以300人赴秦奉，命他将领于兵。郡知其伪，拒不受。三军汹汹，郡欲之曰：“当一张侍郎求决。”即引所部8000人至平江。张俊与郡以父等欲为社稷，弃戍行下。郡大痛，郡欲以决策起兵问罪，郡气败，且曰：“此须是狼计，以击数无惊动陈余。”吕一号至，郡见之，亦涕泣曰：“今日唯以一死报国。”刘光世以所不至，郡是旧汉。韩世忠来自海上，郡借一军与之举。世忠为前军，郡以精兵一支，光世次之，战于临平，复等兵败。开城已出，世忠、郡、光世入城，见于内殿，帝家老久之，拜镇西军节度使，御前右军都统制，寻为浙东制置使。金人奋兵深入，渡江攻浙，渡充气健康，韩世忠自镇江退。PG 2445。保江阴地如明州，郡自越州引兵至务戍攻临安，地遇楼船如温州，刘郡于明州以拒敌。帝赐清札曰：“朕非清，则倡议谁先清舍朕，则前功俱废。”一路立共汉敌兵，
一战成功，当封王爵。癸卯除夕，兴兵至城下，郡使统制刘保与战，兵少，却其将党用，丘恨死之。于是统制杨仪中、田师中统领赵密皆殊死战。仪中舍周登案力战，殿帅李直以班直来助守城。刘弘到绿洲兵设其旁，大破之，杀数千人。惊呼人至寨祭事，郡令小校往今人与语，欲如越州请将，郡拒之，借将士无交，堕绿敌必再至，下令清野，多以青州俘虏，闭关自守。四年震旦，呼吸风起，今人臣之，果复攻明州。郡与刘弘到座城楼上，遣兵掩击，杀伤大当，今人奔北，死于江者无数。夜拔寨去，屯于窑，且请祭师于物数。后七日，敌再至，郡引兵驱入台州，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。未几，江浙群盗风起，受郡两浙西路、江南东路制置使，以所不招收群盗，命后军统制陈司公立之，且令两浙宣抚十州。望以兵属郡，刘光世、韩世忠之外，诸将皆受节度。六月，改御前五军为省五军，郡及本军为省五右军都统制，除检校少保，定将昭庆军节度使。十月，浙西群盗西平，改江南招讨使。绍兴元年，地治会稽，时金人残乱之余，孔彦周据武陵，张用据湘汉，李成游汉，强据江淮湖湘十余州，连兵数万，有席卷东南翼，多造浮衬蛊惑中外，为江州久未解，十方患之。范宗引请遣将制讨，郡慨然请行，遂改江淮路招讨使。臣党马进在云州，豫章借江云之间，郡闻命就到，急驱豫章，且曰：“我已得洪州，破贼绝矣。”乃敛兵，若无人者，金鼓不动，令将士登城者斩。居月余，竟以大书牒来所战，郡以细书状报之，贼以郡为妾，郡牒之贼殆，乃亦战。岳飞为先锋，杨仪中游上流竟绝身米渡，出贼不易，追奔七十里，至云 PG 2446州，贼被云合而阵，郡用杨仪中计，轻移步兵当其前，惊其数千，受仪中及陈司公比从山后夹击，以武为旗。郡与贼鏖战至午，旌旗自山池下，贼骇乱退走，大败。既赴云州，林将军节奏帝赐御笔，谓宜臣贼势已衰，当官军以阵，驱除剿戮，速收全功。郡未败清照，以追至北凤新楼子庄，贼党伤员聚草山，斜险设伏，郡遣步兵从间到直趋山郊，杀伏夺险，陈胜追至江州，陈势破，绝江而遁，号郡为张铁山，赴江州。以而新国军等处群盗闻郡兵至，皆遁去。郡引兵渡江至黄梅县，轻与陈战，陈陈奉新师险之败，巨石石坡，平山以木石头人。郡先遣游促进退，若真险状以狂贼，郡轻冒矢石，率众攻险，贼众数万俱溃，马进为追兵所杀。城北走将刘裕，诸郡西平，拜太尉。四年十月，金人与刘裕分道入侵，先是叠至，举朝震恐，或请他信。郡谓赵鼎曰：“必将贺之，唯向前进一步，数可脱。”
当据天下兵守平江，徐为计。鼎曰：“公言必非策，是也。以天下兵守益州，非也。公但兼前亦足矣。”遂以郡为两浙西。陆江南东路宣抚使，屯建康。继而改淮西宣抚使。兵将相聚，逾越敌不得入。郡遣张宗延前渡至六合，出其背，敌将隐去。郡既遣王进曰：“敌既无留心，必进渡淮去，可速及其位既及之。”进往，敌果北渡，遂薄诸淮，大败之，获其求臣师回。张延寿已献。五年，刘伶入寇，郡与杨仪中合兵聚于四州。六年，改崇姓，奉宁军节度使。刘伶兵十余万范豪，寿、赵并以淮西属郡。杨存忠一听节制，与郡合兵拒敌。郡分遣存忠与张宗延、王威、田师中等自定远军次月家防，欲留泥左右军，即走之。郡虑大军鼓行而前，至李家湾遇泥大兵，与战，杀获略尽，将者万余人，泥仅以身免，败少报，加阵逃。崇信奉宁军节度使。 PG 2447。 帝曰：“卿议论持重，深达敌情，兼闻宛强之士数万，报国如此，朕复何虑？”又曰：“群臣为朕呆卿独后，其养体倦怀，一思勉励。”七年，改淮南西路宣抚使，至司盱眙。郡与韩世忠入见，亦宜屯。秦会奏臣常与世忠、郡、陛下以此二大将，譬如两虎，故当各守藩篱，使寇不敢进。帝曰：“正如左右手，岂可一手不尽力邪？”命郡自盱眙屯泸州。八年，金人请请兵，许之。赐郡安民晋南功臣，拜少傅。九年冬，金复于盟，再破河南，屠顺昌府，命郡策应刘仪。郡督军渡江，金人隐退。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南两京分道来清，抵亳州北渡河，郡收粟，亳诸军及之，尽复魏征、陆绎等地失还。十年，力穷在亳州，郡以大军至陈父，都统至亡，得下扶犁，陈胜屈亳与郡和。郡引军入陈，金人弃陈遁，父老列香花迎郡，遂赴亳州，刘统至宋超守之。郡引军还寿春，进少师，封继国公。十一年二月，戊戍入合肥，建功立扬，江东制置大使叶梦的建郡，请速出军。郡遣兵渡江，欲诛江曰：“先得河州者胜。”王德愿为诸君先，是鼓噪而行。敌以拒之，得率众渡采石先。登郡速中流，得抵城下，金人退屯昭关。后三日，复败荆江。韩长于寒山，命官师鼓赴朝县，遂赴昭关，使左军统制赵密演。兵黄竹出六丈河以分荆市，张守忠以五百骑败金人于全椒。未几，敌断石梁以拒郡，郡即坐，立即引众射刘登岸，追及之。王德与杨存忠、刘以会兵，败金人于浙高，拜枢密使。郡之朝廷欲罢兵，守请纳所统兵，亦赏粟。伯公郡部将王德、田师中、刘宝、李恒、马立、张谢六人同日守受上赏。郡立赞和议，与秦桧议和，言无不从。见士大夫兼司郡守者甚众，
虽刘子与自折及起家，亦俊立也。家太傅，封广国。PG 2448。公寻晋一国公。十二年十一月，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论之，罢。为镇陶、宁武、奉宁军节度使，充礼权官使。初，贵以郡驻河。义得之，故进霸诸江，以兵权复郡。遂于郡无去意，故贵使邈攻之。寻晋封清河郡王，奉朝请。十三年，敕修甲第，遣中使就地赐宴，又以教防乐部。十六年，改镇晋江、宁武、晋海军。二十一年冬，帝幸其弟，拜太师，以其侄清海军陈宣使子盖为安德军节度使，其他子弟迁至者十三人。南渡后，郡卧兵最早，屡立战功，与韩世忠、刘乙、岳飞并为名将，世称张、韩、刘、岳。然豪受之意，郡与已有隙，独以杨仪忠为复兴，故有豪良之节。岳飞冤狱，韩世忠救之。郡独著贵臣其事，心术之书也远哉。帝于诸江中眷郡特厚，然景斥之者不绝口。自淮西入见，则交其毒。郭子仪传赵入境中，借以无与民争利，无心土木。二十四年六月薨，年六十九。辍世朝三日，敛以一品服。帝临殿哭之痛，追封寻王。子五人：子奇、子厚、子言、子正。正子仁。子盖字德高。父弘应募从郡军和尚。今人破开德府，弘战死。子盖初从韩世忠讨苗阜，捕陈信郎，累公迁武功郎。绍兴六年，刘尼大举入寇，过定远县，江区宣化亏怀，赵遣郡会刘光世军剿之。子盖从郡及尼于偶堂，授阁门宣赞舍人。明年，改昌州刺史，江南东路马步军都总管。十年，金人再取河南，以新复肃，伯公迁登州防御使兼宣抚司牙兵副统制。十一年二月，戊戍入泸州，攻寒山县，建功立阳郡遣兵渡江。子盖从王德池入河州，金人退屯昭关，会刘以自东关引兵出清溪，邀集金人。郡遣子盖与以会，大战于浙高，败之。军是贺章戊戍复攻濠州，子盖又败之于周梁桥，除新宁军陈宣。 PG 2449。使何义臣改建康府驻扎，御前诸军都统治。十三年，受龙神为四乡都指挥使，两浙西路马步军都总管。帝幸郡帝，受子盖安德军节度使。三十二年春，金人攻海州籍，以子盖为镇江府都统往援之。即日渡江，驰至楚州。淮东曹丞公涛谓之曰：“敌众十倍，兵力不支，宜张须生攻淮阳，使之必救，则海州可解。”子盖曰：“彼若不救，将如之何？”乃即驱连水，取便道已尽。四十秋宴，金人乘万骑于河东，子盖率精锐数千骑及之，谓麾下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力在速战。”遣统制张略镇中流使。子盖曰：“事急矣。”奋臂大呼，驰入镇，诸将计之殊死战，贼大败，拥逆石丘河死者半，为遂解。金人复整军来战，子盖在率精锐及之，获骑车马，铠仗万骑，退屯四州。
孝宗即位，赵队赐鞍马、铠甲、束带，且令召集勇敢，相识而动。子盖受命还，召京大将萧浙巴、耶律造理将其众来。将荀以及还镇江，受检校少保、淮东招抚使、魏尚卒，年51。赠太尉，仕公状。子盖从郡征讨藕塘、浙高，虽多奏功，未能出诸江右，为海州一节可称云。张宗炎，字希贤，延安人，父籍为金元将，解宣威臣为死之。宗炎以父恩补三班戒职，兼文乡九岁，机关至金元副将，全殿前司统辖。御营军统制张俊选为统领，从郡讨浙西口宿州军校徐明以承叛，宗炎夜袭其城明顿，转中州刺史，迁御前中军统制。金人攻明州，宗炎破其前军，到阳秦破松溪，命宗炎及李捧陈司公讨之。宗炎赐蒲城不进，秦又略建州。宗炎驱南建州，与秦遇，遂归。道由未平，谬言已急退。是御史沈与求和。宗炎三将并出，不能平数千之溃促，何以是敌？贬二至从郡。PG 2450。讨李陈，与陈将马进战御龙关，败之。迁还庆禄马步军副总管。沈武右军统制，改临州观察使。委其携金人攻宣化镇，郡遣宗炎前渡江，出其后袭之，不沈郡避之，以结文，遂加宜州防御使。既以兵袭及淮北，复迁重庆君陈宣使、宣抚司前军统制，委其入寇，召张俊解淮西，即督抚张俊遣杨仪中与俊和，袭宗炎自四周为后继，与泥雨与李家湾大破之，横尸满野，泥井已深遁。卓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武信君陈宣使。八年，知泸州总帅事，敌数百骑抵城下，宗炎以骑百余遇之，敌退。有志自淮北者，传金人言曰：“此张铁山地也。”绍兴九年卒，年44。赠宝靖军节度使，谥壮敏。刘光世，字平叔，保安军人，延庆次子。初以英补三班奉职，累升路沿路兵马都监、齐州防御使。方腊反，延庆为宣抚司都统，遣光世自江义军区渠务，出其不意破之。贼平守耀州观察使，升路沿路兵马前辖，时有事宴赴，光世从延庆取益州，受奉国君陈宣使。金江郭耀师将除威武，奉宁军陈宣使。延庆遣珠江岛虚区宴，以光世为后继。光世不至，珠江失援而溃，降三关。河北贼张敌略郡州境，召光世讨之。光世曰：“贼乌合，非有纪律，扬北以邀之，其乱可取也。”即挥其退。贼进进，光世引其贯其中，贼大溃。复陈宣使，冲路沿路马步军副总管。靖康元年，金兵攻汴京，下人陈坚寇信子宝，保有两山队至的险恶，光世拒之，敌至败去。卓氏为马军都于后。今在攻汴京，光世入援，闻范志虚传袭诸路，亦引兵会之。会有诏指秦王兵，光世以为宜速进，不可以召示众，继而溃兵至，据
燕京城市。众惧，光世角以藩官来自汴京，为二弟绝为南去。众稍安，进屯陕府。至须欲和五路兵进与金战，光世难之，别。PG 2451。到屈国，遂至冀州叶康王，命为五军都提举。王即皇帝位，命为省事领请事，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以行事。戊，行在都巡检使，斩山东贼李煜，迁奉国军节度使。平镇江，叛兵，改除豪太平州，吴为军江宁府治治使。讨张玉于池州，欲望其政曰：“官军不整，可破也。”石湖水河，贼越湖出关。军后，官军乱，光世即被执，王德救之得免。欲寻江而上，光世整兵追至江州，断其后军破之。欲复东下，又追及于江宁。二年，以公家检校少保，命讨李成。光世以王德为先锋，与陈玉于上蔡一口桥败之。陈收散卒再战，光世以如福临军。陈遥见白袍青盖，并兵为之，得溃为拔。光世已出，下令得陈者，以其官爵与之。是真愤，再战皆捷。陈遁，执其谋主陶子思，加检校少傅。帝在扬州，经其演至天长，光世迎敌，未至而军溃。帝仓促渡江，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治使，屯镇江府，控扼江口。寻加检校太保、殿前都指挥使。苗刘为乱，速旦光世，迁光世为太尉、淮南制治使。张俊在平江，持书欲以秦王，光世不从，吕夷号遣使至镇江说之，乃引兵会于丹阳。兵进，光世以选卒为游击，人分军殿后，与苗裔、马柔集军于临平，与韩世忠等破之。至行在，迁太尉，御营副使。光世遣王德筑桥重伏追赴至崇安县，竟将其众赴仅以身免。逆江范琼被执，张俊使光世府定其众，又招贼进塞，降之。命光世为江东宣抚使，守太平及池州，受杜充节制。光世言受充节制有不可者六，帝怒，召吴入光世殿门。光世使受命。隆佑太后在南昌，义者为金人自齐黄渡江，路行二百里可至，命光世移屯江州为遮罩。光世既至，日至九高会金人自黄州渡江，凡三日无知之者。彼金人至，遂遁，太后退保。 PG 2452。前州冯吉遗书光世言：“贼深入，罪兵家之计，进则聚山，退则背江，百无一利，而敢如此横行者，以前无抗拒，后无袭主也。”太尉倘选精兵自江来鸿，而开一路令归，伏兵掩之，可使匹马不还。光世不能用，自信州引兵至南康。力穷为故使现光世遣人招降之，又遣王德擒妖贼王念经于信州。时光世不屈魔所立，号太尉兵，是御史沈与求论其非。疑会御营私费，乃以寻卫名其军，命充御前寻卫军都统。至赵复行在，受浙西安抚大使，知镇江府。光世言：“安抚控制一路，若但守镇江，则他郡有境，不可离任，望别除守城。”光世专充安抚使，从便至司。时光世虑金人必过江，
故欲则。变得帝决之，只许曾辟通判。又见议大夫离却书其则便求议。中外所愤，帝事不问。嘉宁五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以遣之。光是起便宜行事，不许。时韩世忠、张俊兼领浙西制置使，光是复言本路兵火之余，不任三处需求，遂罢世忠、俊兼领。时金兵刘怀东、光是颇为其锋，楚州被围以百日，帝守闸。去光是援楚者五，竟不行，但遣王德、力穷将清兵已出，实奏杀获而已。楚州破，命光是节制诸镇，力守通泰、完颜昌屯。陈楚光是知其众思归，欲挟二之，乃铸金银铜钱，文曰：“招纳信保，获敌不杀，令持钱文视其徒，有欲归者，扣将职。”钱为信，归者不绝，因创骑兵赤心两军。昌遂拔寨去。绍兴元年，金人渡淮、真、扬州皆阙守，命光是兼淮南、京东路宣抚使，至司扬州，错至屯田，弃不行。张俊讨李成，又命光是奋兵往舒，祈祷其巢穴。光是以江北道未平为辞，命兼淮南宣抚使领真阳通城楚州，连水军郭仲威谋据淮南矣。通流域，光是遣王德擒之，并其众。范宗引言，光是军多冗废，请太其罢软者。帝曰：“四作手书与之，如家人礼。”数 PG 2453，机不移。光是以哭皆深邃为锐，闻于朝。帝曰：“遂封人不乏食。”朝的贤辅佐均有十万铁骑，乃可为锐，此外不足信。淮北人多归附者，命光是兼海四宣抚使以安吉之。五湖捕鱼人下，宁聚众千余，掠人为食。郭仲威余党出没淮南，少卿据通州，光是皆招降之。光是请驻淮东宣抚使印，给钱粮，增将力，皆从其请。仍给镇江府、常州、江阴军苗米37万斛，为军中一岁费。二年，复命移屯扬州，时至镇江誓师。光是不奉诏入朝，言临寇有疑，或致身世，愿人领浙西为根本计。又思见方孟卿和之，起诏载旨与议，使之必往。光是有以伐粮为辞。光是之来，以曾伯、方物为县，帝命分赐六公，忠臣沈与求以为部，可命还之。吕一浩与光是有故怨，一浩将出誓师，首言光是兵戎不敛，其一其军还却。帝曰：“光是军粮不足，若骤移，必溃，先犒军而后料减可也。”一号至镇江，光是军果告伐。一号奏光是军月费2000万斛，起差关考核。赵御史江基、杜之胡蒙至军点，效终不得时。地方以其成功，寻召两曹臣错至镇江九税务，助其军费，又罢之御俘虏，省700万斛以助之。嘉宁武、宁国军节度使光是奏部将乔仲福，竞赛防将有劳，召进一官，许回首。光是故起转行，给事忠臣与持不可。又言光是兵未渡江，今人或渡淮江，这必阵。光是方遣人暗行移心胡复之间，以被退保。赵以张氏之，光是千言如故。三年，命光是与韩世忠议政，
同赵父却受检校太傅、江东宣抚使。侍中既至镇江城下，奸人入城焚府库，光是擒之，皆云侍中所遣。侍中屯登云门，光是引兵出，据其二戟，改图。PG 2454。驱白鹿殿，侍中遣兵袭其后，光是以闻。帝遣使和解，人书贾复寇寻传赐之，命为江东淮西宣抚使，至司池州，赐遣十万名。刘豫将望燕先扬兵淮上，有渡江邑。光是二马加渡，遣力穷屯无为军，为豪卢元贼乃退。光是奏陆延礼义冲阁门之后，延者论其设司罢之。今人刘豫入侵，时光是张俊韩世忠权相敌，且持私系，帝遣侍御史为控制军中，欲以灭怨报国。光是乃遗书二帅，二帅皆复书至秦。光是使一军太平州，以元世忠今兵退，光是入境迁少保。帝曰：“卿与世忠矣，少贤不是，然烈士当以弃义相许，先国家而后私仇，复欲矣。”光五分寇寻贾复之事，光是弃械，请以所至淮东田一淮西田给侍中燕敦复言其扰民而止，又请并封其三妾为孺人，南渡后诸大将封妾自此始，会改省五军为行营护军，以光是所部称左护军。刘豫助刘龙城以窥淮西，光是遣王师胜破之，加保进军节度使，遂领三镇。张俊府淮上诸屯，刘豫携金人分道入侵，命光是屯泸州以招北军，与韩世忠、张俊鼎立，杨仪中将金簇为后拒。刘泥区乡民伟为精兵不怀境，光是奏卢南守密干赵鼎欲还太平州，郡命吕止持往军中督师。光是以舍卢州退，郡遣人力其众曰：“若有一人渡江，即斩一训。”光是不得已驻兵与仪中相应，遣王德、力琼领兵自安丰出谢部，欲经江三战，皆败之。张俊入队言光是骄惰不战，不可为大将，请罢之。帝命与赵鼎议，鼎曰：“光是江家子孙，江簇多出其门，罢之恐服人心。”遂迁护国、镇安、保禁军节度使。右司建成功府和其部守泸州，张俊言其审酣酒色，不恤国事，语已恢复，意气弗然，起次罢斥。光是引疾请罢军政，又献所于金谷于朝，拜少师，充万寿官使，奉朝请，封荣国公。PG 2455。赐甲第一区，以兵归都督府。公府又言光是虽罢，而迁少师，赏罚不明。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右脚还赐帝之命。帝曰：“光是罢兵柄，若恩礼稍加，则诸将之有后福，皆效力矣。”促赐之。初，光是麾下多将道素无纪律，致仕都府命吕止节制其军，力穷杀止，驱诸军将刘豫。九年，用蒋和恩赐号和众辅国功臣，进封雍国公、陕西宣抚使。帝光远书其短于言禄，如渊时为忠臣，再论光是不可遣而止。十年，金人为顺昌，拜太保，为三京招抚处置使，以元刘矣。光是请李显忠为前军都统，又请王德自立，德不愿，受其节制。显忠行至宿，四
军多溃。进至河州，秦会主罢兵。赵还、光绪入见，为万寿官使，改封杨国公。及格，起免其家。科议中书舍人张广阁不下。卒，年54。赠太师，官其子。孙升职14人，是武熙。干道八年，追封安城郡王。开禧元年，追封陆王。光绪在诸江中最先进，律生不严，御君无法，不肯为国任。是不寇自资，见底公论，常入对言，愿竭力报国。他日史官书成功第一。帝曰：卿不可图为空言，当见之行事。见言出，节内侍康吕以自顾，又早解兵柄，与时服审，不为情。贵所忌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，方知寒月远矣。王渊，字己道，西周人，后徙环州，善骑射，应募集下国。吕有功，累迁西河南黄路第三江部将，权知巩州宁远寨。朱羌入寇，经略司讨之，表渊总领名山翻滨江，新师陈泽州。羌西众来征，渊奋急，大破之，追至淼川城。一统总领黄州翻滨江，兼知林宗寨，做法免。宣和三年，刘延庆讨方腊，以渊为先锋。贼将据钱塘，是张沈。渊欲小校韩世忠曰：贼为我远来，必益我。明日而逆，战而伟顿，我以强弩伏数百步外，必可得志。世忠如其言。PG 2456。贼果追之，伏弩猝发，应弦而到。逐北至淳安，贼据邦元洞，遂围而平之。受阁门宣赞舍人，全金鸡提举褒甲兼全提点刑狱。公事即从延庆攻契丹，重兵避卢沟南，遣渊等数千人护饷道，战败为敌所获，已而逃归。由以出塞迁武功大夫、果州团练使，又从杨维忠、新兴宗破群到高托山等，迁巩卫大夫、宁州观察使。靖康元年，为真定府总管，就迁都统治。吴占据赵州叛，渊讨平之。金人攻汴京、河东、北宣府时，范讷统秦王兵屯雍丘，以渊为先锋。寻以所部归康王府。明年，张邦昌建立，康王如冀州，命渊以3000人入卫宗庙。渊至汴都，以朝福建邦昌，纳谒曰：参种宰相公。邦昌使义子袍延之正室堂，渊痛哭宣教。康王即皇帝位，渊与杨为忠、韩世忠以河北兵，刘光世以陕西兵，张俊、苗阜等以帅府及将。群盗兵皆在杭朝，不相统一。使至御营司，以渊为都统治。护从累月不侍甲，地如扬州、寿龙、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巡改捧日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，进保大军陈宣使。时群盗风起，以渊为制置使平行贼，提兵四出，所向皆捷。平军贼赵万于镇江，诸行贼陈通于杭州，将张玉于扬子桥。其年群盗略进，迁享德军节度使，为赵万、陈通等以招其将，而复进诛之。建炎三年二月，金人攻扬州，帝仓卒渡江，渊与内侍康吕从至镇江，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见帝弃告，渊专管江上海船，每言缓急，绝不误事。京城所部数万、2000余骑，皆不能济。
冤愤其言，斩江北都巡检黄甫左以自解。中书侍郎朱慎非持谏，冤都之，乃使金化以魔所及，自是冤师诸江心。帝欲如镇江以援江北，群臣亦故请。冤独言镇江止可。PG 2457。汉一面，若今人自通州渡，先据姑苏，将若之何？不如前唐有众江之险，亦遂决。命冤守姑苏，言容器全缺，兵将甚少，岂括名将营善。寻自平江复行在，拜签书枢密院事，人间都统。至命下诸江急急，帝闻之，乃命免奏事签书，人解都统制，以慰众心。先是统制官苗阜自赴事江，以冤咒用，颇绝望。刘震彦常招聚到丁进，亦以赏薄怨冤。而内侍康吕颇用事，即冤入书府。复震彦以其游宦关键，越不平，赐冤入朝，伏兵杀之，并杀康吕，遂臣民受之贬。冤十年53。冤为江青才好意，家无宿处，美言朝廷官人已绝路足。待根若是追刀，我贺爱绝路，何若为富商大假邪？初帝在南京闻冤急，遣中使曾氏问疾，则还言其为慢因入皆不惧，帝辍所欲子荣英以次。然其平群道多杀将，与康吕深交，故及于祸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累加少保，官其子孙八人。绍兴四年，又官二人。干道六年，是相敏子义解元，字善长，保安军德清寨人，书眉俊目，元弼善骑，舍起行武，为清建都虞后。建炎三年，立大将韩世忠麾下，擢偏将。世忠初下邳，闻金兵大至，士皆骇愕。元领二十骑秦，其牲口知敌洞袭，俄逢其数百，身自陷阵，横刺酋长坠马，余皆遁去。受阁门宣赞舍人苗阜、刘震彦之变，从事中追至临平与战，贼势既衰，擒于蒲城。四年三月，金人攻浙西，事中置兵京口，邀其归路，以海建横截大江。金人出小舟数十，以长钩班舰，原在别葛月入敌舟，以短兵急杀数十人，擒其千户。受中州团练使，统制前军，即从讨闽寇范汝为，转讨湖外诸道。石流中据白面山，平险筑垒，侍中讨之，据贼营三十里而阵。元独跨马涉水薄贼寨，四故周览贼因山涉望楼，从高看下，以兵守之，屯壮锐于四山。PG 2458。士其止呼而出战，元既得其行事，归告侍中曰：“亦与尔，若夺据其望楼，则计穷矣。”侍中然之，遣元帅兵五百，长戟居中，亦以攻矢，自下趋高，贼众莫之，乃据望楼，力斥至四面并进，贼遂平。改襄州观察使。绍兴四年，金人伪齐合兵入侵，侍中自镇江趋扬州，命元屯陈州。金人至近郊，元度一日必至城下，遣百人扶要路，百人扶岳庙，自以四百人扶路鱼。令曰：“似金人过，我当先出掩之。扶要路者，是我挥旗，则立志以待。金人必自岳庙走，
福者辈出。又觉河岸恶其归路，今人果走城下，福发今人进退无路，乃走岳庙，原追之，获148人，只遣2人。十，城中兵不满3000，今万户黑头虎直造城下约将，原逆其兵，以为浮出伪弱将者，今人稍懈而浮发，擒黑头虎未几，今兵四级，原战却之，追北数十里，今人覆水，死者甚众，改同州观察使。六年，从事中出下邳，以数百骑破敌伏兵，受保顺军陈宣使。十年，略得淮阳，至刘冷庄，其才300，当敌骑数千。元辉哥大呼，众争愤，敌披靡而救至，后不一惧，元回故曰：“我在此，若等无虑。”众乃安。转战自陈至武，敌退，陈列而还。嘉隆、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明年，侍中罢兵秉为枢密使，以元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，以统其众。又明年，进侍卫清军马步军都于后巡守保信军节度使。卒，年54。赠检校少保屈端自政府镇戎人。傅焕任左班殿职，战死，端三岁，授三班戒职。景敏之书善属文，长于兵略，历秦俸禄对江金元路通安寨兵马临压，全金元路第三江下人入寇金元，率司调统治李祥汉玉端在浅中降驻兵柏林堡，斥后不警，为下人所薄，兵大溃，端力战败之，整军 PG 2459。还下人再入寇西安州，怀德军相继陷没，郑荣当敌要冲吴守江，经略使袭共及柏林宫，奏端之郑荣军兼经略司统制官。建炎元年12月，楼宿攻陕西。二年正月，入长安，奉降关陇大镇。二月，义兵起，金人自拱东海端时治兵金元，招流民溃促，所过人攻粮街，道不拾遗。今由其入境，端潜赴将吴借据清溪岭与战，大破之。端乘其退，遂下兵秦州而已。兵已赴长安，奉降统领官刘希亮自奉降归，端斩之。六月，以及英殿修撰之延安府。王树为龙图阁呆滞，节制陕西六路军马，遂受端吉州团练使充节制司都统制，端雅不欲数数。九月，金人攻陕西，数召端会雍要监，端辞以未受命。数以路沿兵先至龙房，端又称以奏起回避，其共别遣统治官庞士才将步骑万人来会。数无如之何，则袭共乐端还就任，遣陕西节制司将官贺师范区要别将望宗隐区白水，且令元庆出师为元，二帅各遣偏将刘氏中寇换来与师范会。数欲往要都战，以行会庞士才兵治兵，端中悔以壮白数言以赴军前，数乃止。师范轻敌不戒，促遇敌于八公园，战死，二将各隐去。端遂的金元兵柄。十一月，金蝶之端数不协，并兵攻陆延，时端进统金元金兵驻淳化。数日移文去其境，又遣使臣进士十数倍往说端，端不听。数知事急，又遣属官于涛都师，
端阳许而实无行。一权转运判官张宾为端随军应付，问以失其。端孝谓宾曰：“公事端所不属与李纲就太原兵乎？”宾曰：“不及也。”端曰：“纲召天下兵，不渡而往，以取败。今端兵不满万，不幸而败，则今其长驱，无陕西矣。”端既全陕西与陆延一路孰亲众，是以未敢急行，不如当贼巢穴，攻其必救。乃遣吴介公华州拔之。端自分蒲城而不攻，引兵驱要之潼关，复于陆游兵之三水与介会相乐。 PG2460 今攻延安吉，数收散往往元温州观察使知凤翔府王谢将所部发新元，彼数至甘泉而延安已陷，数摩所归以军复谢，自将百骑与官属持赴相乐劳军，数有以节至望端欲以自负，端迷不平。端号令素言入壁者虽贵不敢持，数至端令每门减其从其之半，及帐下仅数其而已。端游虚中，君以居数，数坐帐中。端先以戎服屈于庭，及而与张兵及走马。陈寿公事高中立同见帐中。良久，端声色俱厉，问数延安失守状，曰：“节制固之爱身，不知爱天子臣乎？”数曰：“无数。”令不从，谁其爱身者？端怒曰：“在耀州吕臣军事，不依见听何也？”因其归帐。数留端军，终系不自安。端欲及军中杀数，夺其兵。夜走宁州，见陕西府御史谢亮，说之曰：“延安五路金侯，今已失之，春秋大夫出将得矣。”专之请诸数归报。亮曰：“史事有旨，今以人臣善诸于外，是跋扈也，公为则自为。”端一祖复归军。明日数见端为言以自何呆罪。端居迷其官属，夺其节制使应，数乃得去。王谢将两军在庆阳，端召之，谢不应，会有告谢过。兵军事劫掠者，端怒，命统制官张忠福率兵召谢，谓忠福曰：“谢不听，则斩以来。”忠福至庆阳，谢已去，俱遣兵要之，不及而止。初，叛贼使兵为新元不克，引兵还关中，一兵统领张宗鄂。右兵如长安而散其众，欲徐图之。端遣吴介袭兵擒之，端自袭宗鄂杀之。三年九月，迁康州防御使、金元路金略安抚使，时延安兴破，端不欲去金元，乃以知荆州郭浩全路延金略司公事，自谢亮归。朝廷闻端欲斩王树，已有叛意，以御营司提举召端，端一不行。义者宣言端反，端无以自明。会张俊宣福川闪入便以百口名端不反。俊自收揽英杰，以端在陕西旅与敌角。 PG2461 欲仗其威身，陈至筑坛，拜端为威武大将军、宣州观察使、宣府处置使司都统制之魏州。端登坛受礼，军士欢声如雷。俊虽欲用端，然未测端意，遣张兵以招田进军为名，意味周察之。兵见端问曰：“公常唤诸路兵不和，才不足，精兵已和，才已备，楼宿已孤军深入无尽，我何诸路攻之不难？万一
年罕并兵而来，何以待之？端曰：不然，兵法先教比己。今敌可胜，只楼素孤军一事，然将士精锐，不减前日。我不可胜，亦只合五路兵一事，然将士无以大益于前。况今人因良于我常为客，彼常为主。今当反之，按兵俱险，时出偏失矣。扰其根祸，彼不得根，必取梁河东，则我为主，彼为客，不一。二年必自困毕，可一举而灭也。万一轻举，后忧方大。兵已，端言复命，郡不主端说。四年春，今人攻桓庆，端遣吴玠等聚于彭元殿，端自江屯。一路，玠先胜。继而金军复阵，玠小阙，端退屯荆州，金城胜。分兵州而去。玠愿端不为援，端谓玠前军已败，不得不据险矣。防冲突，乃和玠为节制。是秋，兀戍窥江淮，郡亦出师以挠其势。端曰：平原广野，贼便于冲突，而我军未尝习水战。今人新造之势，难与争锋，宜训兵秣马保江而已，四十年乃可。端既与郡议，郡积前疑，竟以彭元氏霸端兵柄与辞，再则海州团练副使宛州安置。是年，郡为复平之役，军败，朱兆哲贬刘熙。郡欲为人望，下令以复平之役，金元军马出力最多，既却退之后，先自聚集，皆愿前帅区端训练有方。续端左武大夫，新州居住。绍兴元年正月，续正任荣州刺史，提举江州太平官、喜郎州。于是郡自新州移司郎州，欲复用端。借与端有汉，言屈端再起，必不利于张公。王树又从而兼之。郡入其说，亦谓端难。PG2462至端常作诗题注曰：不向关中兴事业，却来江上泛渔舟。树告郡，为其指斥陈余，于是送端公周瑜。武陈康随者常武端，鞭其背，随恨端入谷。郡以随提典魁陆行玉，端闻之曰：吾其死矣。呼天者数身，端有马名铁象，日驰四百里，至是连呼铁象可袭者有数身，乃复逮。既至，遂令玉立直为之，呼其口，挟之以火。端干渴，求饮，与之酒，酒窍流血而死，年四十一。陕西士大夫莫不袭之，军民亦皆唱唱，有叛去者。郡寻得罪，追赴端宣州观察使，是壮敏。端有将略，使斩尽其才，要未可量。然刚愎，恃才领悟，此其所以取祸云。论曰：南渡珠江以张、韩、刘、越并称，而郡为之官。然以考其行事，则有不然者。郡受新旅爪牙之计，其平苗、刘虽有秦王之机，然既不能守越，又弃四民，赋役不少。沈其父贵主和谋杀岳飞，保全富贵，取媚人主，其复利又如何哉？光是自恃素将，选举却位，不用上命，失律不严，促智力穷之叛迎合贵意，守纳君权，虽得善终有下，君子不贵也。二人方之寒越亦远矣。然子盖宗言号郡子弟者，海之公四上之节，亦足称焉。王渊以总律护从有劳，遂至交营，失将士心，
自取覆败。况结托康吕与光氏一折，巫族道哉。解元始由韩氏。中晋其功臣也战，未尝败誉，有可称者，不幸早逝，惜哉。屈端刚愎自用，轻视其上，劳效未折，动为节制，张俊杀之虽冤，盖亦自取焉耳。 PG 2463列传第129。王友之礼宝臣敏赵密刘子与吕指胡氏将镇刚中。王友之字慎义，亳州高平人，父左以才无称。有执年12，随父游安兵法。绍兴31年，金人于蒙，有执节豪节至恢复，谓其众曰：“权所以济世，权归于政，何害于礼？”乃矫制自拟陈宣使、河北等路安抚制治使，与拟官有差，便豫州县秦王魏己的众数万，至为13军，军制都统制，提举提点提辖，训练统之。9月戊子，进攻大明，一鼓而克，抚定众数，欲以绍兴年号。乃与王仁、冯古、张生、牛汝霖列奏于朝，欲领众南归。时金人尚在扬州，久不报。有直将由寿春涉怀儿，即道拜敕书免以律众倒敌复兴，几剿应援。除有直检校少报。天雄军节度使王仁、天平军节度使冯古、左通义大夫徽由革职。学士张生又朝奉大夫直密阁，牛汝霖通直郎直密阁，直任各从旧的便宜行事。1332年正月一日也，炫与狄玉相聚淮北，狄兵来益众，有直及律所部渡淮济，而沈金主量已毕，所欲乃归师，悔不袭击之。高宗是师江上见于金陵，赐金带、张福、西赖吉二子。有知耻前功不遂，自陈改赴州防御使，以忠义军统治力镇江都统司。月四月，赵协统治张子盖援海州方接战，有执张义奇大叔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以自表前有小径被敌阵，因其辎重恶归道桥左右枕水。张子盖之有执以成敌后，挥军进 PG 2464即敌溃走，竟溺死，为遂解转益州观察使。孝宗受禅有直与统治宋宁庶出其转战张俊都督江淮，一见喜之，辟见康乾军统治。隆兴二年九月，金人犯边，宣御史王之望命以前军庶招官，有直不逾时即行，他军同庶者敌至，折退保河州。有直孤军坚守金兵驻黄山，古拓相闻，亦枕辖自持。甘道元年，移镇江御前诸军统治，而改部司左军统治兼左骁卫上将军。初淮北之战，有直母子相失，致仕访得之，乃与其妻李协二女自怀而孩，悉与家后。又明年，除御前诸军统治，请辞守诏慰劳。四年，骤京口入境，晋神龙卫四乡都指挥使，主管部司公事，迁侍卫亲部军都指挥使。朝廷一遣马部二司移屯重地，丞相于允文预先发布司，有职请以马司先即马率李显中屯金陵，有职奏马军道途转徙，困毙已胜，有志免一部司。八年，转成宣使，炫除殿前副都指挥使。淳熙元年，受奉国军节度使。
四年，总殿部司大阅于毛滩，凯仗精明，号令贤肃。明年，进殿前指挥使，赐地中都，赐田平将，宴设贤御，晚节宴安，军政稍失律，授以州观察使，寻罢公官，起居信州，以交四恩内喜，三奉祠，复武宁君陈宣使。卒年六十一，追父节度使，赠检校少保。李宝，河北人，常现金拔身从海盗来归。金主亮于蒙怀、浙兼明尼寻、梁简等教金造州，且为乡岛。今使苏宝恒造州于陆河。明年，以宝恒为统军，江州海盗袭浙江。迭闻高宗谓宰臣曰：“李宝请缨召对，寻以北事，历历如数，且以一介脱身海潮，必对无一毫举涉，势必能是者。”乃授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，驻扎平江，令与守成都海。周汉玉。高宗问周几何，曰：“坚泉可涉风涛者百二十艘。”兵几何，曰：“仅三千，皆闽浙弓弩手，非正兵也。其制甲仗亦粗备。”是即以陈愿即发，赐宝衣带、鞍马、上方弓刀、戈甲及银卷万数。PG 2465。八月，赐江阴，先遣其子公左谓曰：“汝为前四敌动静，虚实无误。”公左受命，即与将官边士宁协往保江起行。军事真言西北风力上进，迎之非利。保下令敢举大计者斩，遂发苏州。大洋行三日，风甚恶，舟散不可收。保抗凯顾左右曰：“天已试试李宝邪，宝心如铁石，不便矣。”泪酒自逝。风即止。明日，散舟复集。是宁自密舟回，得敌号甚稀，且言功左以邪未胜得海州。宝喜曰：“无而不复乃翁矣。”士气百倍，去众臣激进。是大风复作，海涛如山，保神色不为动，风少杀，使纵舟泊抵东海。敌以云河为海州，今挥数十里。保挥兵登岸，以见化的，令曰：“此非复无尽，力战与否在汝等。”因握槊前行，遇敌奋急，将士甲勇，无不一当时。敌出不意，即隐去。胜出城营，保讲其忠义，免以共立功名，甚感气。乃为周靠士一变者四，出招纳降附，深镇山东。豪杰如王室修备各属其，即义勇征应援，多者数万人。保列名上诸朝，其所部会密之交息，命功左以郡士必胜，与俱发至交息时就岛，敌州已出海口，博唐岛相距仅一山。时北风盛，保岛于时就神，而有风自仪楼中来，如中夺身，众嫌愤，引州卧刃呆战。敌操舟者皆中原移民，遥见宝船，待敌兵入舟中，始不知王师促至。风使舟急，过山宝鲁，鼓声震叠，海波腾跃。敌大惊，撤定举帆，帆皆游斜，迷更数里，风浪卷聚一隅，迥数无复行次。宝急命火箭环射，箭所中烟焰炫起，延烧数百艘。火所不及者犹豫前拒，保赤壮士跃登其舟，短兵即刺，一支舟中与所谓千军，尽中原救民，皆登岛营，
托甲归命，以故不杀。然苍族、周部获矣，溺死甚众。扶大汉军三千余人，斩其帅丸。严正家奴等六人，秦尼寻等上于朝，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，弃甲粮胡以万计。余物众不能举者，悉焚之，火似昼夜不灭。保江城市席卷，公左切见，以为金主亮方继怀文通泰 PG 2466。以县的远失境，且有腹背忧，乃还军驻东海，事缓急为表里。元遣曹阳青州报捷，上喜曰：“朕独用礼宝，果立功为天。”下倡议赵蒋玉书忠勇礼宝四字，表其旗帜。出近海，军节度使、沿海制置使赐金器玉带。亮闻胶西之败，大怒。赵朱求约以三日渡江，于是内便杀亮。向为唐岛之劫，则亮之死，未可齐；前唐之为可忧也。保之功亦大矣。保战聚精力，载陈诚、康伯取其长枪，克敌弓弩，彼所思为是治之。卒，赠检校少保。陈敏，字居仁，行州人。靖康初，刘格为真定帅，募勇士。汉精兵，敏在麾下。高宗即位，敏领数百骑至扬州，会上难渡。韩世忠追苗阜及习务术，讨范汝为，敏皆在戎行，又以力战却。敌积功至武功大夫、中州刺史。从世忠入见，世忠指敏曰：“臣在南京，自谓天下当先，使当时见此人，亦必一头矣。”上加叹劳勉，炫以取海州公，擢辞州团练使。召见，赐袍带、锦帛，加赠玉束带。十方与金蒙侍中罢兵，入为枢密使。召进闽地州防御使，殿前游义军。统制历迁保宁君陈宣使。绍兴二十四年，拜庆远军节度使。寻丁母忧，召其父，赠其母郑国夫人。金主亮将拜盟，召闽提进旅三万镇武昌，命湖北守曹创寨屋三万间以待之，发折帛米钱茶饮共百四十余万名，一仓和跳米63万石备军用人，赐金器剑甲零遣之。闽至鄂未几，进屯应城县。八月，除湖北、京西制置使，节制两路军马。九月，兼京西河北招讨使。十一月，召回原淮西。闽喜于的归，冒雨兼程驱见。康士卒多到死，朝廷所给犒师物掩归己，不及士卒。士卒有怨言，闽斩之。未几，除淮东制置使，驻镇江。继而言者论诸军皆据镇江，恐敌出不意岛上流，于是召闽发鄂州章程，华望军回驻鄂。亮死，闽引兵渡江趋扬州。即今人自须移渡淮北去，闽列兵南岸，军士诺声相闻。今人笑之曰：“既生陈太尉，有情护送。”十 PG 2467。鲁气已夺，日于王师之志，尾气割甲，粟米山鸡，诸军多养以给。为闽军多这人，粟不食粟，死者甚众。闽至四州，奏以客赴淮东。寻入朝，凡侍从、卿监、阁门、内侍，皆有路仪。左正言刘度，何之由超拜太尉，主管殿前司公事。寻父为御史论列，罢太尉。婺州居住，夺庆远节。甘道初，听自辩，归湖州，寻召父节，都统。
镇江诸军。九年，请辞致仕，至元帝于平江。淳熙元年卒，年八十一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子十一人。赵密字为叔，太原清源人。政和四年，用才五世重政殿，授河北对江戍宴。高宗以大元帅开府，袭统先锋元京师。建炎元年，从张俊讨任陈寇李煜，俊卿其先行，御服密奔赦毕数人，乃托卓阁门之后。俊至敬圣君，以密统之。平贼董卿、岳万、徐明等累公转五节郎、左军统领，精兵献阳州。市民随臣于渡江，众数万，密漏利水兵，徽州济之。苗阜之变，破赤新军于临平。金人犯明州，郡遣密及杨仪中与书死战，败之，进武功大夫，升统制。绍兴元年，李忱持进扰江淮，郡复遣密大破之，臣进皆北遁。赐金带，转清卫大夫、康州刺史，总管金元马步军。平章莽荡，寻诏入卫。十年，金范伯、素从郡营合肥，出西路，使水辽暴涨，设六昼夜使达素与敌遇，败之。明年，敌奋兵犯除，豪密进击之，且命张守忠以五百骑出泉交县，扶黄竹间，敌疑消遁。密乃引兵出六丈河，断其归路，又败之。晋中尉、协中大夫、河州团练、防御使、巡百、宣州观察使、为龙、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主管侍卫步军。海寇诸民暴横，密授张守忠方略曰：“海与陆易，穷之则日月相持，非策之善，要在府定之耳。”守忠用奇计，名将晋定将军陈宣使、崇信军节度使，以年老转太尉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明年，领殿前都指挥使，现本军九方十六所，积钱十万 ，PG 2468名，银五万两驻军用，照讲之。尚书告老，以万寿官使奉朝请。隆兴二年，晋少保致仕。俄报金复范怀，赵密在为殿前都指挥使。初，敌深沿航海，朝论选从官事周师撤进旅防守，密不为动，弃如所料。何义臣罢为礼全使。干道元年九月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一。赠少傅刘子宇，字彦修，见之崇安人，资政殿学士阁之长子也。宣和末，阁帅浙东，子宇以主管机仪文字左其父破幕贼，入主太府太仆部，迁位未成。阁守真定，子宇辟从会金人入，父子相视死守，金人不能拔而去，由是之名出之密阁。金臣不守，阁死之，即免丧。除密阁修撰之池州，以书抵宰相，论天下兵事，当以秦陇为根本。改及阴殿修撰之秦州，未行，赵复行在，除枢密院简详文字。建炎三年，大将范琼拥强兵江西，赵之福来，来又不肯试兵。知枢密院事张俊与子宇密谋诛之。一日，命张俊以千兵渡江，若被他盗者，使皆假而来。因赵俊、琼及刘光世赴兜堂议事，为摄影时，时已诸公相顾未发。子宇坐无下，恐琼绝，取黄纸驱前，举一挥琼曰：“下，
有赤将军可意大力治对。穷恶不知所为，子与故左右拥至于中，未以郡兵宋玉光。事出府其众，数穷在围城中赴京人破二弟出受状。且曰：所诸指穷耳，汝等故天子自降之兵也。众皆投认曰：诺。有指分立御营五军，请客而定。穷尽服诸郡，以此其奇才。郡宣抚川、陕、辟子与参议军事，至秦州，立幕府，节度五路诸将，归以五年而后出师。明年，除徽由阁呆滞。今人亏将怀吉郡念敬畏寡弱，既所以分挠其兵士者，遂合五路之兵已尽。子羽以非本计，争之。郡曰：吾宁不知此，故今东南之事方急，不得不为事耳。遂北至富平，与金人遇，战不利。金人乘胜而前，宣抚司退保新州，人情大振。官署有见策喜至夔州者，子羽斥之曰：孺子可斩也。四 PG 2469。川全胜，敌欲入寇久矣，只以川口有铁山，栈道之险，未敢拒。夔耳今不坚守，纵使深入而无辟处夔峡，遂与关中深援不相闻，进退失计，毁江鹤吉。今信敌方肆掠，未逼进郡。宣思旦当留住新州，外系关中之望，内安全属之心，即遣官署出关，呼召诸将，收集散亡，分布险隘，坚壁固垒，关信而动。庶几犹或可以补前迁而赎后救，奈何乃为此言乎？郡然子羽言，而诸参佐无敢行者。子羽即自请奉命北出，复以单骑至秦州，召诸王将。诸王将闻命大喜，悉以其众来会。子羽命无解诈河上元，守大散关，而奋兵西守诸险塞。金人之有备，隐去。明年，金人复聚兵来攻，在围界所败。郡移至郎州，子羽请独留河池，调护诸将，以通内外声援，郡许之。明年，借以秦奉经略使戍河池，王彦以京军防政府使戍荆州。二镇皆击，新元帅陈弼敌，二镇并之。借燕皆愿的子羽守汉中，郡乃陈至拜子羽立州路经略使兼之新元府。子羽至汉中，通商书宿，二镇遂安。除保文革职学士。是冬，金人犯荆州。三年正月，王彦失守，退保石泉。子羽即移兵守饶峰岭，持告诫。借大惊，即越境而东，日夜驰三百里至饶峰，列营据守。金人犀利养攻，死伤山鸡，更目死士。由间道自祖西关入，绕出界后。借据邀子羽去，子羽不可，而刘介同守定军山，借难之，遂西子羽焚新垣，退守三泉县，从兵不满三百，与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，一介书诀别。介时在仙人关，其爱江阳镇大呼军门曰：节使不可复留呆滞，不然朕备一舍节使去矣。介乃兼道会子羽，子羽留介共守三泉。介曰：关外属之门户，不可轻弃，复往守仙人关。子羽以潭独山行斗拔，其上宽平有水，乃筑壁垒，十六日而成。金人已至，据营十数里。子羽据胡床，坐于垒口，
诸将戏告曰：“此非呆滞坐处。”子羽曰 ：“PG 2470。”子羽今日死于此。狄寻亦隐去。自今人入梁、阳，四属复大振。张俊欲移潼川，子羽移郡。书言己在此，今人必不难。郡乃止。撒离何由斜谷北去？子羽谋邀之于午休，不及，即回凤翔，遣十人持书其招子羽。子羽尽斩之，而留其衣，送之骸，曰：“唯我与贼，欲来即来，吾有死耳，何可招也？”先是，子羽欲洗梁、阳公私之机，至是，今人深入，愧不济，又复被为子羽借所攻，死伤十五六。屹立且坐，即遁去。子羽出师掩击，堕溪见死者不可胜计，于兵不能自拔者，西将使金人公署所选士卒千取百，百取十，战备重铠，登山攻险，每一人前，折二人推其后，前者死，后者被其甲已尽，又死，则又待之，其为必取计如此。郡虽虐师，促权属子羽之力居多。子羽还心元四年，作复平之役，与郡俱罢。寻为言者所论，则受丹州团练副使，白州安置新滁川、陕宣府副使吴玠，使为皮将，未知名。子羽独骑之言于郡，郡羽与大悦，使进护诸将。至是，尚书论子羽之功，请纳节赎其罪。召听子羽自辩。明年，复原官，提举江州太平官。张俊还朝，亦合兵大举，乃请召子羽，令御指蟋蟀，以及因殿修撰之鄂州未几，全都督府参议军事与主管机宜文字。熊彦师同府玉川、陕时吴玠屡言军前乏粮，故令子羽见戒谕旨，且与都转运使召开祭事，并查边备虚实以闻。十五年冬也，明年秋，与彦师痛海潮。子羽言：“今人未可图，宜一兵屯田，以伺机会。”时张俊以淮西安抚使刘光世交惰不肃，密奏请罢之，而以其兵属子羽。子羽辞，乃以徽由阁呆滞之泉州。七年，淮西立琼畔，张俊罢相。八年，御史常同论子羽时罪，上批出白州安置。赵鼎曰：“张书中论集结无戒事。PG 2471。今方以戒，恐不自安。同书在上，以散官安置漳州。”十一年，枢密使张俊见子羽复原官，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，今人入寇。子羽见义清野，淮东之人皆喜镇江，抚以恩信，虽兵民杂居，无敢相亲者。继而今人不至，俊问子羽，子羽曰：“一时今人入寇，飘忽如风雨，今久迟回，必有他意。盖今人以这高之败，欲及何也？”未几，果遣使议和，复徽由阁呆滞。秦惠封建官论罢之，复提举太平官。十六年，卒。子贡，字有传，吏部郎朱松以子西托子羽。子羽与弟子徽笃教之，一时卒为大如云。吕止，字安老，建州建阳人。宣和初，上舍侍贺建言耳年，为右正言，以论事武执政，通判明州。绍兴元年，到起湖南北，为金湖提刑。止既至，招捕有方，余年到平。
径直密阁，寻找复行在淮南宣府使韩氏中将。出师，辟旨意军事，除指挥游阁，充参议官，辞不行。三年，升直龙图阁，知建康府，指道官，与通判府事无若。安抚司准备差遣陈冲共议，做东南防守力变，三卷上之大略为立国于东南者，当联络淮甸、今蜀之事，金陵安辟在海隅，一避江上，然后可以系南北离散之心。四年冬，金人攻淮，江左戒严，独韩世忠统锐卒在高邮。今蓟县连水，破山阳、盱眙，遂犯陈州，纸上张言，以遣兵为示中原。继而援兵不至，世忠退保镇江，纸在上言至江北于渡外，非命率宣府两淮之意，且恐失中原心，为当即遣诸江，且起清御六师，数击上下协心，可以不战而胜。于是将赵清真车驾至平江，金人退师。五年，赵为中书门下省检镇诸防文字，寻除兵部侍郎监护部侍郎给侍中。六年，迁刑部侍郎、都督府参议军事，而迁吏部侍郎。刘裕分道入寇，时车驾驻平江，或请回临安，且令 PG2472 守江防海，只独抗言，士气当振，贼风可挫，不可拒退以示。若刘伶众十万以次豪守，刘光世在合肥，欲移屯太平州，军已行，乃命指持往军前督其骸。七年，迁兵部尚书、升都府参谋军事，往淮西府御诸军。郡以刘光世持不战之论，罢之，乃命行营左护军前统制王德为都统制，又以统制官吏琼为之父。琼与德素不协，指还朝。琼与德交送于都督府及御史台，乃命德还健康，以其军吏督府。八月，复命指往泸州节制之，指至泸州，琼等复送德，指谕之曰：若以君等为事，则大相狂。然张丞相但喜人向前，倘能立功，虽有大过亦阔略，况此小贤乎？当立为诸公辨之，保无他虑。琼等感气，事小定，指乃密奏起罢琼及统制官竞赛兵权。其书立漏语于琼，琼令人遮指所遣游至，竟得指所言，大怨怒，会朝廷命张俊为淮西宣抚使，致司盱眙、杨存忠为淮西制置使，刘以为副致司泸州，赵琼复行在琼据，遂判诸江城业旨坐定。琼秀出文书，是中军统制官张景曰：诸兵官有何罪？张统制乃亦如许世文之朝廷邪？只见之大惊，欲反走，不及，为琼所执。紧急兵马前峡桥重伏，统制刘勇很有死之。琼遂虑全军四万人渡淮，将刘裕拥指刺三塔，据淮三十里，指下马曰：刘裕逆臣，我岂可见之？众逼指上马，指骂曰：死则死于此。又与其众曰：刘裕逆臣，尔军中岂无英雄？乃随礼琼去乎？众颇感动，凡千余人还力不行。琼恐摇动众心，即策马先渡，指遇害。时有得指阔发之伯归无终者，其妻无事持伯自缢以殉葬，闻者哀之。庆元间，赵立庙赐额，以经其中云：胡世江，
字成功，常州晋陵人，素之曾孙。登崇宁五年晋世帝，范汝为寇敏，以事将为监察御史、福建陆府御史。入境 PG 2473。韩世忠以平贼，迁尚书右司员外郎，又迁起居郎，迁中书舍人，赐三品服，兼修正局。作言者落直奉辞。未己，除徽由阁呆滞，知镇江府，入为礼部侍郎，改刑部，出知洪州，兼江西安抚。至治史，属建昌兵变，杀首卒，因臣以叛，侍将以便宜发兵讨平之，除兵部侍郎，复之镇江。未己，召为给事中监事讲，直学士院，复迁兵部侍郎。寻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治使，兼知成都府。宣府无戒矣，君无良，奏请种制。侍将既被命入境，约戒会议，属之响运。宿嘉陵江千余里，半年始达。于是奏用转班折运之法，均处稍冲公司便之。绍兴九年，戒卒，以侍将为保文阁学士，宣抚川陕。十官陕出赴，朝廷分军移屯溪、秦、陆延诸道。明年夏，今仁县、同州入长安，诸路皆镇。蜀兵既分，声援击绝，乃遣大将吴林、田胜出凤翔，郭浩出奉天，杨震由赤谷归河池。部署日，林结于石壁及扶风，今人军巡不敢渡陇，分屯之军的全师而还。召除端明殿学士。十一年秋，朝廷复用兵，会母丧，命其父，遂赴陇州，破其下诸屯，又取华国，兵威稍振。未己，扬发于守，除资政殿学士致仕，恩数事迁书枢密院事。卒年五十八，命有司给葬事。镇刚中，字亨仲，婺州金华人。登进士甲科，累官为监察御史、迁殿中侍御史。刚中由秦桧见于朝，贵竹合议，刚中不敢言，宜宗正少卿请去，不许，改秘书少监。今归清江，贵遣刚中为宣御司参谋官，及还处理部侍郎。复遣刚中为川陕宣御史，御诸江罢兵，巡冲陕西分化地界使。今使乌林赞摩入境，欲进取接陈、明、凤、秦、商六州。刚中力争不从，又欲孤取商、秦于大散官历界，刚中又坚不从。 PG 2474。既除川陕宣府副使，务数遣人力求和尚元，刚中恐败和好，以和尚元自绍兴寺。年后不系吴的分，于是割秦商之半，弃和尚元以与金。朝廷命刚中去陕，自为四川宣府副使。刚中之属颇有方略，宣府司就在年郎监及胡氏将代无界，就居河池，愧想不济。刚中奏立州在谭独关内，与新杨诸官生源相接，起疑私立州，自是省费百万。刚中使至，即欲移屯义军，大将杨震不从。呼震与之曰：“刚中虽书生，不畏死。”声色俱厉，震即听命。都统每入夜，必停餐，然后就坐。吴林生检校少师来谢与婚礼，起蒋君敌之礼。刚中曰：“少师虽尊，犹都统治耳，倘便常礼，是废君容。行礼如故。”奏捐四川杂征，
又请检成都府路对敌及宣抚司机赏钱。十，刚中于街，陈二州营田，抵秦州界，凡三千余顷，遂收十八万。胡先是川口屯兵十万，分立三大将，吴陵屯新州，杨震屯新元府，郭浩屯荆州，皆建帅节而统治官之陈州王彦之街，周尧仲之西河州陈俊之凤州杨从一义领延边安抚。刚中请分立州为东西路，以新元府、立琅阳八建州、大安军七郡为东路，至新元，命镇为安抚，以新街陈西河文陇奉七州为西路，至新州，命临为安抚，而命号为金房开达州安抚，朱皮将领安抚者皆罢从之。持奎路九境，复立州前兼为绍兴监。时军已罢，宜屯内郡，冈中延竹路各有曹司，都曹宜罢从之。秦桧怒冈中在蜀专擅，令侍御史汪伯奏至四川财富总领官，以赵不弃为之，不立宣抚司。不弃迭宣抚司，冈中怒，由是有戏。不弃颇求冈中因事言于贵，贵扬赵不弃归，因召冈中。冈中与人曰：“孤为之计，独赖上知之耳。”贵闻悦怒，遂罢。则贵阳军居住，在则濠州团练副使，赴州安置，在喜丰州卒。PG 2475。论曰：自绍兴和义臣，才武善谋之事，摩所用其力。若王有直之矫志起兵，李保之立功交息，陈敏、赵密皆足以斩江谦。其刘子羽转战吕胜，吕志不从刘裕。胡世江、郑刚中威镇八蜀，皆中道已没，是以知宋不克心腹也。 PG 2476。列传第130。白石中徐处人冯谢王伦与文虚中汤思腿。白石中字蒙亨，寿春人，登进士第，累官为吏部侍郎，做事降至之运州，以而复召用。政和六年，拜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。宣和六年，除特进太宰兼门下，封崇国公、进庆国使。时中常为春官，诏令编类天下所奏祥瑞，其有非文字所能进者，徒会以进。时中进郑和瑞印记，即赞即为太宰，表贺祥贺、霞光等事。环丘李成上言修气充印，前所未有，起宣副秘书审。时燕山日告为吉，而时中田不为虑。今人入宫，京城修守备，时中未与文粹中曰：万事须事设立，非公常目击守城之事，无备起之守尾邪？钦宗即位，召大臣决策守京师，问谁可将者。李纲言：朝廷高爵后陆续养大臣，盖将用之有事之日。时中备虽书生，然辅将士以抗敌锋，乃其职也。时中勃然曰：李纲莫能枪兵出战乎？纲曰：陛下倘使臣，当以死报。于是以纲为右丞，充守御史。时中寻霸为官文殿学士、中太一公使。狱中何时中谗诺不才，召落职。未几，卒。徐处人字泽之，应天府古熟县人，中进士贾科，为永州东安县令。蛮人叛，处人入洞，开示恩信，蛮感气，誓不复返。知冀州金乡县，以见者召见，
徽宗问京东岁事，处人以汉皇对。问亦有盗贼乎？曰有之。上谓处人不欺，除宗正。PG 2477。四臣太常博士。时出至算学，亦所祖或以孔子赞亦之术。处人言：仲尼之道魔所不备，非专门比。皇帝迎日推测，数之始也。祖皇帝为疑，擢监察御史，迁殿中，又正言给侍中，设开封府，裁决如流，求系长空。进户部尚书，祭拜中大夫、尚书、右丞。丁母忧，免丧，以资正殿学士之青州，喜之永兴军。同贯使陕西，欲平物价，处人亦不和，曰：此领一传，则商贾服行，而积藏者浮出，名为平价，是以增之。转运使阿冠义和齐格德因倡议论侵辱使者，召处人复阙，寻改之河阳，落直之齐州，久之以显摩阁直学士之尹昌甫，名有得罪公耶者，虽赦不圆，处人为奏上。同贯甚是己之夺职，提举洪庆公赴延康殿学士之汝州，再奉洪庆祠之徐州，召为礼全官使。徽宗访以天下事，处人对曰：天下大事在兵与民，金水旱之余，赋役繁重，公私凋敝，兵民皆困，不及今谋之，后将有不甚图者。上曰：非卿不闻此言。明日除侍读，进读罢，礼前语处人言：齐州以种载治国用，余岁之秒宜会朝廷一岁才用之术，量入为出，节服费，罢横敛，百姓既足，君处必封。上称善召至御民局讨论正兵御民之法，蔡京不悦。言者谓今设局曰：御民岂平日为不御民哉？乃罢局。出处人之扬州，未己以及奉辞归南都。方腊为乱，处人即见留守薛昂为画首战之策，因与昂曰：虽阳必遮江淮，乃国家受命之地，托有非常，无助君死。守与闻于朝，岂为应天引？河北道起，喜大名引，前引亡，隔惨而切，道无轻重，西抵死，小有进，折必成以兵自卫。处人至，即大开城门，撤衙内甲兵，人情遂安。徽宗赐手诏曰：今人虽曰和，然狼子野心，亦善一变。PG 2478。有当行事以闻。处人上，被编御容实策，进官文殿学士，召为保禄公使，特升大学士。就至，大官文非宰相不除，前耳府的除，自处人使。清宗即位，金人犯京师，处人楚良列备和瑞兵万人秦王，奏起下诏清真以张国威。奏至朝廷事下清真诏书以李纲为行营使，即遗书纲言备御方略，金人请和而归。处人奏疑伏兵郡华及其半计必可成功，召为中书侍郎。入见清宗问割三镇，处人言：国不尽一邻，且定武陛下之前藩，不当弃，与吴敏议和。敏见处人可相，拜太宰兼门下侍郎。同贯不胜节军为徽宗东巡，贯既贬，军事有恶言。徽宗将还都人凶惧，或请违背。处人曰：陛下仁孝，私奉成婚，
蜀车西骸，天下大庆，以交迎称贺。君士妄言，臣请生人之。乃以处人为护驾礼仪使，统进吕从出郊，弃二圣骸公，不武速。然初，处人为右丞，言六曹长二皆一时执政之选，而不忠事亦无所可否。昔禀命朝廷，夫人财力不容顿意，岂有钱不能决一职而后可共政者乎？启诏自京上书，侍郎不得者以事。委上有条以条决之，有利以利决之，无条例者酌情裁决，不能决乃申上书审。会处人以忧去，不果行，即当国促奏行之。聂山为户部尚书兼开封尹，库有美珠、山密与宁德公患者，用特旨取之。处人奏陛下见进患，势必由三省。今以诸为道君太上皇后寿，臣系故，且美事。然此端一开，则前日应奉知徒附纵，臣为陛下袭之，乃地主藏立罪。处人言论出与吴敏、李刚和寻亦有异议，常与敏争事，执笔中敏面，鼻额为黑。唐克、耿南仲、聂山欲排去二人而待之位，讽言者论之，与敏俱罢。处人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中太医。PG 2479公使寻之东平府，提举崇福宫。高宗即位，起为大明尹、北道都总管、卒于郡。处人在宣和间，数请宽明利以米盗贼。尹大明以刚廉称，即为首相。吴大建明、方敬言以惊人出境，设计在安，皆由省得简情，至有天人之助。众师道请合诸道兵屯河阳诸州为防秋季，处人为惊人岂能复来，不宜先自扰以示弱。南都受为实，处人在围城中，都人只为奸细，杀其长子根幼子度吏部侍郎。冯谢字长元，蒲州安岳人，富山西宁末为秘书丞，通判子州。邓婉建为台官，不就，退居二十年。范祖与建于朝关中祠部郎中。谢登进士第，历官入朝，以言事在折。靖康元年，谢为左谏议大夫，今人为太原。朝廷命李刚宣府两河，谢奏罢之。今人要割三镇，高宗自康底出使，除谢之。枢密院事充副使，不果行，寻除尚书左丞。今人犯阙，赵宗是郡王为报谢使，谢与曹府以枢密为副，留京营三日归。赵赞全门下侍郎，清宗亦经营，谢护从。张邦昌见位，与谢有旧，取之归，以谢康底旧臣，命为奉营使，为总领营驾仪务使。简言出，除资政殿学士，知同川府。言者论谢长屋违命，夺职，以而复官。绍兴三年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，卒。谢为文师苏轼、论西事与蔡京武。郡人张廷坚以言事斥相。周死，妻子流离，谢立正其家，即入建省，奏官其一子。然亦论主西封少盛，而排邹浩、李刚、杨时，君子少之。王伦，字正道，深县人，文正公旦弟续玄孙也。家贫无行，为任侠，往来京洛间，数犯法，幸免。汴京失守，清宗欲宣德门，都人喧呼不已。伦陈氏敬造御前曰：“臣能弹压之。”
钦宗解所配下国宝剑以次，伦曰：“臣未有官，岂能弹压？”道自见其才。钦宗取片纸书曰：“王伦可除兵部侍郎。”伦下。PG 2480。楼携恶少数人，传旨伏定，都人乃袭。宰相何以伦小人无？公除命太俊，奏补修直郎，敕不用。建炎元年，选能专对者史经，问两公起居，迁朝奉郎，甲刑部侍郎。充大精通问史，阁门舍人朱辩复之，见金左副元帅。宗为义士，金流不浅。有商人城中，密告伦二弟在黄龙府，伦遂与辩及洪浩已经。移中往黄龙府前通议，由是两公使之高宗已即位矣。久之年，罕使乌林司谋及议见伦，与及契丹时事。伦曰：“海上之盟，两国约为兄弟，万事无变。云中之意，我实愧失，赞成绝功。上国之臣常欲称兵南来，先大胜会故盟好，不许绝后举兵，以祸吴国，果先大胜一乎？况亘古自分南北，主上公秦英俊并用，其必复古。何思久远之谋，归我二弟太母，复我土疆，使南北赤子无志涂炭，亦足以为先大胜之灵，信执事者赞之。”司谋沈思曰：“君言是也，归当尽达之。”已而年罕至，曰：“彼上国遣使来，问其意旨，多不能对。”司谋传侍郎与御议，何绝非江南情时，特侍郎自为此言耳。伦曰：“使事有旨，不然来贺为哉？人定者胜天，天定亦能胜人，为元帅察之。”年罕不答。事后与文虚中、魏行可、洪浩、崔纵、张绍相继入史，皆居之。绍兴二年，年罕忽自治管中与伦议和，纵之归报。是秋，伦至临安，入对言今人情委甚稀，帝忧讲之。除右文殿修撰，主管万寿官，官其二弟一职。十方用兵讨刘裕，何意中阁？三年，韩萧骤使金骸、金潜力永寿、王许继至，二人交聚，以伦充办使。伦与到云中旧故，交聚少损，遂拜诏弃世。伦复请辞。刘光世求伦参议军事，辞。宰相赵鼎请赵伦赴都堂禀议，伦臣进取之策，不合，复请辞。七年春，徽宗即宁德后复制，复以伦为徽游阁呆滞假职。 PG 2481。 学士充迎奉子公使，以朝请郎高公会复之。入祠，帝使伦位金左副元帅昌曰：“河南的上国既不有，与其父刘裕何若？”见归。伦奉诏以行，因父晋太后、钦宗黄金各200两，人以金帛赐予文虚中、朱辩、孙父、张叔夜家属之在金国者。伦至睢阳，刘裕管之，已有他谋，以文取国书。伦报曰：“国书须见金主念纳，若所贤命，则其请子公也。欲类取不以会亚者至，渡河践踏懒于涿州，据言欲邀索国书无状，且为欲忍备本朝，他日安保其不备大国。”是年冬，欲废。伦及高公会还，左副元帅昌宋伦等曰：“好报江南，自今道途无庸，何意可以平达？”伦入对言惊人，许孩子公及太后，又许归河南的，且言废御之谋有几发之。帝大喜，
赐予特异。初，轮祭建昌，昌遣使携轮入宴见金主旦，守谢废玉，赐至使止。金主使密与群臣定义许和，遂遣轮骸，且命太原少尹乌林司谋、太常少卿石庆来议事。至行在轮往来管仲祭事。八年秋，以端明殿学士在使金国，知阁门侍兰公左为之父，生问会日，其孩子公伦慈引至都堂受使职二十余事。既至金国，金主旦为设宴三日，遣签书宣徽院士萧哲、左司郎中张通、古为江南诏御史，携轮来朝论以经史四慢，抗论甚宣，多归罪轮。十一月，轮至行在引疾请辞，不许去赴内殿奏事。使者等交据，受书之礼未定。御史忠臣勾龙如渊议都堂与秦会议，赵伦则曰：公为使通两国好，凡事当于彼中反复论定，安有同使至而后议者？伦泣曰：伦涉万死一生，往来虎口者数四，今日忠臣乃则伦如此。贵等共解之曰：忠臣无他，亦欲积功了此事耳。伦曰：此则不敢不免。伦见通骨，以一二策动之。通骨恐，遂亦以贵见经始于其馆，受书以归。今许归子宫、太母及河南。PG 2482。第九年春，赐伦同进士出身，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，充盈子宫、奉还两宫，交割地界使，既又以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。伦至东京，见京右副元帅兀术，交割地界，兀术还宴。五月，伦自汴京赴金国议事。初，兀术还密言于金主曰：河南的本踏懒、松盘主谋割之与宋，二人必应结彼国。今使以致变，勿令于境。伦有云中故立立兀术者前告伦，伦即遣戒拒言于朝，岂违背？兀术遂命众山府居伦，杀宗盘及踏懒。十月，伦使见金主于玉子林，致使止。金主西摩所达，令其翰林呆至耶律少文为宣刊官，问伦知踏懒罪否？伦对不知。又问无一言及遂毕，反来割地，汝但知有缘帅，岂知有上国邪？伦曰：彼萧哲以国书来，许归子宫、太母及河南的，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，与民休息，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。既就管，金主父遣少文谕伦曰：清流云中以无骸旗，即待之骸，曾无以报，反见二我君臣耶？乃遣兰公左先归论岁贡、正朔、世表、策命等事，居伦以四报以而迁之河间，遂不复遣。十年，金于蒙、兀术等复取河南。伦居河间六载，至十四年，金欲以伦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，伦曰：奉命而来，非将也。金亦挟以威，遣使来去，伦惧亦立。金仗其使，彼亦杀之。伦后路使少缓，遂官带南向，再拜痛哭曰：先臣闻正公以直到府乡两朝，天下所知，臣今将命被流，欲诬以伪职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，遂就死，年六十一。于是河间地震，雨雹三日不止，人皆哀之。赵赠通义大夫，赐其家金千两、帛千匹。子树与从兄尊兼入京境，至河间，得轮骨已归，官给藏事。
后是敏捷，宇文虚中，字叔通，成都华阳人。登大观三年进士第，立。PG2483。关州县入为起居舍人，国史编修官，同知共举，迁中书舍人。宣和间，陈平日久，兵将交惰，蔡攸、童贯贪功开边，将新燕云之意，引女直家公契丹，以虚中为参议官。虚中以妙魔失策，主帅非人，将有纳武自焚之祸，上书言用兵之策，必先计强弱，策虚实，知彼知己，当图万全。今边与无应敌之惧，府库无数月之储，安危存亡，细资一举，岂可轻易？且中国与契丹讲和，经逾百年，自遭女真亲薛以来，项目本朝一切恭顺，今舍恭顺之契丹，不羁靡峰直，唯我藩篱，而远于海外，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。女真及百胜之事，须喝交金，不可以礼义服，不可以言说诱，持变装两斗之计，引兵于境，以百年怠惰之兵，当新锐难抗之敌，以寡谋安逸之将，绝逐于血肉之灵，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袭之其也。王府大怒，降吉英殿修撰督战一级，虚中见十一策，上二十亿，皆不报。卧离部年罕分道入侵，童贯闻之，忧闷不知所为，给予虚中及范讷等谋，以复却秉义为遁归之计，以九月至汴京。是日，报年罕破太原，帝故虚中曰：“王府不用轻言，今京人两路并进，世事若此，奈何？”虚中奏：“今日宜先降诏罪己，更隔弊端，彼人心悦，天一回，则备御之事，将帅可以人之。”即命虚中草诏，略曰：“沿路拥蔽，面于日文，恩信持权，贪滔得志，上天震怒而朕不悟，百姓怨对而朕不知。”又言出宫人罢应奉等事。帝览诏曰：“今日不令改过，可便施行。”虚中再拜泣下，使守御南齐人欲召西河帅姚古与秦凤帅总师道，令一本陆兵会阵，落外援河阳，内卫京城。帝故谓虚中曰：“卿与姚古师道如兄弟，以以义士名护其君。”遂以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、军前宣御史。虚中袭去姚古师道兵马，令直赴汴京应援。旌旗至城下，放兵掠至郑州，为马忠所败，遂收敛为一。PG2484。西路稍通，师道、姚古及其他西兵并得达汴京。虚中亦迟归，收合散促，得东南兵二万余人。以偏移起至士官李淼，令统领于汴河上从门外驻兵。会姚平众结经营失利，西兵俱溃，今人复引兵逼城下，虚中坠而入。钦宗欲遣人奉使，便捷迎非朝廷意，乃姚平众善心兵，大臣皆不肯行。虚中臣命即往都廷议，见京使王睿因迟叔父议和渡濠桥，道逢甲旗如水云梯而动壁的冒风刃而进，既至敌营，漏作风哀，自四至身，经人注石漏刃周匝围绕，久乃得健康亡于军中。次日，是王至京墓，见二太子者与不逊，礼节俱傲。李牧遣人随虚中入城，要越望李邦彦、吴敏、李刚、
曹胜及金银罗马之类，又欲御笔书定三镇戒制，方退军。令虚中再往，必请康王归。虚中再出，明日从康王还。除签书枢密院事，自是又三往。今人故要三镇，虚中气下不言。今率变色，虚中曰：太宗殿在太原，上皇祖陵在保州，俱忍割弃。朱求曰：枢密不烧空，我亦不烧空。如中国人称脱空，遂解兵北去。言者何以一合之罪，罢之青州，巡洛直奉辞。建炎元年，篡韶州。二年，赵求使绝狱者，虚中应召，复资政殿大学士，为其请使，杨可甫复之。寻又以刘惠为通问使，王况为副。明年春，金人并遣归，虚中曰：奉命北来齐请二弟，二弟未还，虚中不可归，于是独留。虚中有才艺，金人加以官爵，即受之。与韩访备具长辞命。明年，洪浩至上京，见而甚鄙之，累官汉林学士，知至告兼太常卿，封河内郡开国公，书经太祖，瑞德神功碑，进阶金紫光禄大夫，今人号为国师。然因事而知，东北之士皆愤恨献北，遂密以信一节曰：今人不绝也。今人每遇南侵，虚中以废才劳人，远征江南荒僻，得之不PG 2485足以复国。王伦归言：虚中奉使日久，守节不屈，遂召福州存续其家，人命其子师院天差本路转运判官。贵律虚中举何意，西遣其家往金国以迁置之。金皇统四年，转臣旨加特进千里部尚书，臣旨如故。虚中恃才轻肆，好积善，凡见女真人，则以旷鲁慕之。贵人达官，往往积不平。虚中常撰宫殿榜署，本皆佳美之名。恶之者摘其字以为谤善，由是没孽成其罪，遂告虚中谋反。居至无状，乃罗之虚中家图书为反据。虚中曰：死字无分至于图籍，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，高士谈图书犹多于我家，其意反邪？有司陈顺封旨，并杀士谈。虚中与老幼百口同日受焚，死。天为之咒会。淳熙间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是素敏，赐妙人勇，且为至后，是为少杰，官至签书枢密院事。开禧初，加赠少保，赐姓赵氏。有文集行于世。汤思退，字敬之，楚州人。绍兴十五年，以右从镇郎受荐州镇和县令，是博学鸿词科，除秘书沈振字，字是登郎曹耳中密丙士笔。二十五年，由礼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，迁书枢密院事，为己参大政。先是秦桧当国，恶执丑政，必不议和议，不摘己过，使久于用。时思退名位日进，贵病笃招参知政事董德元，即私退至卧内，属以后事，各赠黄金千两。德元虑其以我为字外，不敢辞。私退虑其以我其其死，不敢受。高宗闻之，以私退不受金，非贵党，信用之。二十六年，除之枢密院事。明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。又二年，进左仆射。明年，侍御史陈俊卿论其
挟巧诈之心，计倾斜之术，观其所为，多效秦桧，盖思退志。身皆贵父子恩也。遂罢，以观文殿大学士奉辞。隆兴元年，扶离失溃，赵思退复相，建议大夫王大宝上章，论之不报。今率歌十列至宁遗书三省、枢密院、所海寺 ，PG 2486。唐·邓四俊。思退欲与和，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家书。密院记议，编修官持报书以往。既行，上界勿许四俊。仲贤至宿州，蒲散忠义拒之以威。仲贤惶恐，言归当禀命，遂以忠义为三省、枢密院书来。上犹豫止歌海寺，思退拒奏以吏部。侍郎王之望为通问使，知阁门侍龙大渊复之，将歌弃四州。张俊在扬州闻之，遣其子侍入奏仲贤辱国无状。上怒，会侍豫州。操论仲贤不应善许四郡，下大礼纠问，赵俊复行在。十二月，拜司退左仆射，郡右仆射。二年，郡已经未可与和，请上信健康，图进兵。上首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礼物并回，赵京、湘、川、陕延边备，篡仲贤称州。司退恐，奏请以宗社大祭，奏禀上皇而后从事。上批示三沈曰：今无礼如此，卿犹豫言何？今日敌视，非秦桧时比。卿议论秦桧不弱。司退大骇，阴谋去郡，遂令之望大渊矣。疏兵少粮乏，楼橹器械未备，人言委四万众以守四州，非计。上颇获之，乃命郡行边，还兵罢招纳。郡立起罢阵，许之。上命司退作书，许经四郡。继而金砖氏杀戮，上意终毁。司退复密令孙造御敌以重兵协和。上闻有敌兵，命健康都统王彦等御之，人命司退都江淮军，辞不行。蒲散忠义自清河口渡淮，言者即论司退及何彻被之罪，遂罢乡，寻则居永州。于是太学生张官等七十二人上书论司退，王之望、尹瑟等奸邪误国，招致敌人，请斩之。司退忧既死。司退始终与张俊不和，俊以雪耻复仇为志。司退每戒宝镜，袭名为口实，更甚迭覆。司退之计气行，然终已不免。敌既得海寺，唐邓又所伤秦，皆司退立也。论曰：以白石中之谗佞，徐处人之奸细，冯谢之邪妄，汤司退之巧诈，而排杨时、物李刚、易张俊，其实去可见矣。虽 PG 2487，有小善何足算哉？王伦虽以无形应使往来虎口，屡被拘留，及今人挟之以官，竟不受，见破而死，悲夫！教之须终极受其命，为之定官制，草设文，享富贵者大有奸矣。促以清四机讽负其家族，真不知一命者哉？虽云冤死，亦自取焉。律矣。欲让之言，亦可愧哉。PG 2488。列传第131。诸捉王伦、尹瑟、王之望、徐辅、沈与求敌汝文。王树新丙。诸捉，字汉章，唐宰相晋泽之后，七世祖弼的闽中。为闽县人，士学义，入太学。宣和五年，登进士第，调常州仪。
新部。今江泛边居民求避的捉为巨舟给食，众赖以济。未几，民告烙于郡，郡席捉烤食，乃除田租十九，守怒不能夺。张俊见捉，赵队除福建、广东西才用所属官。宣谕使民托在。见于朝，十方以刘裕为忧，捉因次对，策其必败。高宗大喜，诏改和入关。与丞相秦会武出教授越州，用张守建除诸王府教授。贵恶严兵捉论演格式，又武之。梁汝嘉至至浙东，表设参谋，有群寇就秦，属捉居问独篡二人，于是不问，曰：吾大父为崇安日，或寇二百，作死者七十余人。大父为此鸡鸣飘时耳，吾可尽神以法，悉除其罪，不以脚上，吾岂可愧大父乎？通判难见，见寇阿魏众数千，见凌于剑，兵数软不可用，捉众赏木促擒获，境内气平，除之惠州。必辞，因言长策刘裕必败。高宗记其言，问清酒焉何所？捉曰：鳄鱼贵。上悄然未遇，目送之。旬日间，除国子建臣，寻除浙西提举，且命自今在内除提举官。今朝辞上殿，盖为捉射也。既对，上曰：卿以镇卿擢出为部使者，使贤之内外任君。又曰：人不知卿，朕独知卿。除又镇言累迁忠臣，常言人主任以耳目，非抱怨任弃之。 PG 2489的壁上和天心，每上书折素心漏告，若上帝见灵奏书凡数十，如发苍岭捐米价，减私盐和军食，绿粉稿不传之，共举千参之正事。绍兴三十一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。金兵犯江，捉城战北应三策，且为兵应者胜，上深然之。右策敌三世，上焉者为根助计，中焉者守备，下则望一绝江，金必出下策。果如所料。史浩、于允文、王怀、陈俊卿、刘拱之敬用，皆捉所见也。高宗自建康回銮，有内禅意，捉密奏曰：靖康之事正矣，传位太惧，何辜徐之？心不自安，屡求去。诏以官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孝宗即位，建臣以为言，降资正殿学士。明年致仕，卒。复原职，续典如宰相，赠特进。孙者，淳熙十四年登第，仕至吏部尚书。王伦，字德言，建康人。又隐悟，十岁能署文。登绍兴五年进士第，受平江府昆山县主簿，历镇江府、婺州、临安府教。授全国子正。时初建太学，王就归平吏审计，吏员为监。伦离政之，其必稍阁。迁敕令所山定官，诸王公大小学教授兼全兵部郎官。言孔门弟子与后世诸儒有功思文者，皆得从四先圣精辟详叙，修礼乐，以以其事颁诸郡县。二十四年，以御史中丞魏师训谏为监察御史，与秦会论。是武其义，师训遂和伦，且言致使浅昧，不能知伦。由此罢去。余年，知兴国君贵死，诏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，寻兼权礼部侍郎。二十六年，
侍中书舍人。高宗恭亲政事，收揽威柄，诏诸咸鱼散的，诏命田尾多伦所草。伦奏守臣御民事，岂无拘五条从之。监事讲上喜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伦敬讲与上议和常同讲读关键新化军政桥学行，照对命官，且给笔札录 PG 2490。其所者是兼职学士院，迁工部侍郎，人间职院。传吴介神道碑称上旨，赐成汉包宠。28年，除同知枢密院事。今将于蒙边报踏至宰相，审该未敢以闻。伦律参知政事陈康伯，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贡，白其事，其被狱。以而伦并废耶？告请辞，上遣御医诊事，且赐白金500两。29年6月，朝论欲遣大臣为范使参敌，且兼蒙好。伦请行，乃以为称谢使，曹勋复之。至今管理甚隆。一日即赵使入金主御便殿，唯一执政在焉，连发数问，伦调对金主不能屈。9月，还朝入见言邻国公顺和好，皆陛下威德所致，宰臣汤思退等皆贺。然当时今以谋犯疆，特以善意待伦耳。伦就即坐，立盖外除资政殿大学士之福州，上解所欲兮，待赐之。明年知健康府兼行宫留守，敌犯疆，伦每以守御吏害一文，上多从之。31年8月，卒。赠左光禄大夫，侍章。命五子，以兄绰之子为后。隐色，字少济，建炎中兴，自北归南。绍兴32年，与陆游同为枢密院编修官。权知院史号，同知王祖顺见其博学友文，赵对称旨，二人并赐进士出身。孝宗奖用西北之士。隆兴元年，除色监察御史，寻除右正言。2年5月，除殿中侍御史，历迁谏议大夫，未几而罢。初，扶离失溃，汤思退复乡，今率遗书所得，赵氏从台谏，即议色时为监察御史，以为国家势力未备，以与敌合为增，遂毕勿弃四州，勿请陵寝，则何意可成？继而卢仲贤出使，为今所挟，又将遣王之望、张俊吉言其不可，色为右正言惧，何意服旧？因何俊跋扈，为己罢政，后将割四郡，再议国书，遂必如所所之数，而敌奋兵入寇，上议中会，色为侍御史，起。PG 2491。至狱，举不肯撤备及弃地者何其罪，牵引凡20余人。十方以何为急，着色为谏议大夫。敌势进张，远近震动。都督、同都督相继辞行。尚书者公何义之师，且言色专赋。大臣为鹰犬，如张俊忠臣为国，天下共之。色不顾公义，妄肆抵废，凡大臣不悦者皆逐之，相与表里，以臣奸谋，皆可斩。上虽怒言者，而一时主义之臣与色，皆相继废黜。先是胡权力言主何非是，大臣不悦，命权与色分往浙东西错至海道，二人窃加以行，为言者所合，遂皆罢。语在陈康伯传。王之望，字瞻书，襄阳古城人，后寓居台州。富刚
登原。伏晋士帝至通判徽州而卒。知望初以英补，绍兴八年登进士帝。教授处州，入为太学录，迁博士。久之，出知荆门军。提举湖南察言，改同川府路转运判官，寻改成都府路记度转运副使，提举四川茶马。朝臣见其才，召复行在除太府少卿，总领四川财富。今人于蒙军书旁武调度百出，知望区化无一事。帝扩民之际，未税者搜掘隐匿的钱为民468万，众贤怨之。后升太府卿。孝宗即位，除户部侍郎、冲川、陕宣御史。先是，敌率和喜寇奉州之黄牛堡，吴陵即走之，遂取秦州，连富商、陕、元、桓等17郡。敌以临津兵皆在德顺，立功之。时陈康伯秉政，方亦罢德顺戍，与允文为宣御史，力争不从，上以手札命临退。时知望既代允文宣御史，暂临命诸将弃德顺，仓卒隐退。敌陈其后正兵3万，海者仅7000人，将校所存无几，连营痛哭，深震原野，上闻而悔之。隆兴初，又建议大夫王大宝书之望罪，除及因殿修撰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未几，全户部侍郎、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。知望雅不欲战，请朝因奏人主论兵与臣下不同，为奉承。PG2492，天意而已。切观天意，南北之行已成，未易相间，我之不可决。淮而北，由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。宜攻战之力以自守，自守计故，然后随机致变，则利而应之。有指刘忠，俄兼直学士院。汤思退立主席兵，奏除之望吏部侍郎、通问使，寻意先遣。小使参敌，召之望还。知望守以守备不足事为告，上级罢都督府，以知望为淮西宣御史，府拜命，又着右谏议大夫。知望因上张及严廷臣直偏见为深谋，起名召在庭，凭其心于议论之际，时司退主何意，郡主恢复，知望言四善，实因为司退地也。继而誓师江上，今复犯边，遂上河战二策，且言错至守欲之备，书奏未达，拜参知政事。既入，俄兼同知枢密院事。敌兵交至，豪楚守将获弃城遁，上命汤思退都江淮师魏行，复令之望都事，改同都督，立辞不行。会太学诸身上书，上怒，欲加罪，知望就解之。遂以参知政事劳师江淮。知望先尝遗书敌帅致事，王便使敌军并割伤秦的许归被俘人，为叛王不遇，是为叔侄之国。敌皆听许讲解而罢。上闻敌师退，令督府则立即之。知望下令诸将不得忘进朝廷去行。知望言王便既还，不可冒小利害大计。言者论罢，为端明殿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居天台。甘道元年，起知福州、福建路安抚使。捕海贼王大佬杰文加资政殿大学士，移之温州，寻复罢。六年冬卒。知望有文艺干略，当秦会时落落不合，或为其有守。绍兴末年，立傅贺义
与斯退相表里，专以割地啖敌为得计的歌。而敌士一张之望气以此废焉。徐父字师川，洪州分宁人，以父喜死国事，受通直郎，累官至司门郎。晋康中，张邦昌建卫抚遂致仕，时工部侍郎。何昌言与其弟昌臣毕邦昌皆改名，抚买毕名昌奴，欲克制，即呼前驱使之。建言初，落致仕，奉辞。PG 2493。内侍郑臣时抚于江西，重其师，见于高宗。胡植如在京言，汪藻在翰院，迭见之，遂以抚为右谏议大夫。中书舍人陈巨言，抚以前任沈郎拒除谏议，自元丰更至以来未之有。考之古今，非阳城重放，则未尝不循序而进，愿孤以所应者命之。其元稹在长庆间，擢之至告，真不舔矣。元其为京南判司，命从中出，召为沈郎，便知至告，遂宣朝论，时为京南监军崔谭。郡时引之，竟一传府与宦四唱酬，称其景策，恐惑者不知陛下的府之由，不报，俱遂罢。绍兴二年，赐进士出身，兼侍读。三年，迁翰林学士，俄擢端明殿学士，迁书枢密院士。四年，兼权参知政事。宰相朱慎非言：“襄阳上流，所当先取。”帝曰：“何就违岳飞？”参政赵鼎曰：“知上流利害，无如非者，府独持不可。”帝不听。会刘光世起入奏。鼎言：“方一出师，大将不宜离军。”府欲许之，鼎固真，府乃求去，提举动萧公。九年，知信州忠臣王赐翁论其不理郡事，与辞。明年卒，府裁郡，与岑己、吕本中游，有诗集六卷。沈与求，字必先，湖州德清人。登政和五年进士第，累迁至明州通判，以御史张守建、赵兑除监察御史、尚书论执枕，迁兵部员外郎，自何以为言苟不当，不应得迁。尚乃行其言，除殿中侍御史。尚在会稽，或劝信饶，信有疾则入闽，与求以为今日根。本镇在江浙，一境都健康，以图恢复。论范宗引年少为乡，恐误国事，尚不悦，以直龙图革之台州。宗引罢，召还，再除。是御史。时君楚窘乏，错置诸镇屯田，与求取古今屯田利害为吉。义二卷上之，召副户部看详。江西安抚知江州诸慎非未至，而马进寇江州县之，与求论九江之县，由慎非赴镇太缓。慎非 PG 2494。罢去，十方多事，百司机为与求援元丰就治，请许台谏官旦奏，上从之。与求在居言录，或疑凡范宗引所引用者，江西论出之。与求曰：“进士朋党成风，人才不问贤否，皆是宰相出处为进退。今当别人才挟政而言之，岂可谓一时所用皆不贤哉？”人服其言。吕一号在乡欲迎统治新永宗，枢密副执柔又私见韩黄，吕言其短。与求和直柔赴会永宗兄弟，为至深之资。上岁出永宗，而黄直柔亦相继罢黜，迁御史忠臣。
时晋魏寡弱，诸将各拥重兵与求言汉。有南北军，唐用府兵彼此相围，使无偏重之势。今兵权不在，朝廷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、尚书兵部，但行文字而已。愿赵大臣亦修兵阵，筑城中心之事。浙西安抚刘光世来朝，以曾伯、方务为县，上以分其六宫与求奏，今为何时而有此？时以木输入，上命追取赤骸。内侍冯毅请别至御马院，自领其事，又擅穿黄城便门，与求何意专自请治其罪。谍报刘裕在淮阳造舟，役者多欲于明州向投设备，与求言使贼舟至此，则入无复兴之地。臣闻海州自京东入浙，必由泰州石港、通州料角、崇明镇等处，次至平江南北洋，次至秀州金山，次至象头。又闻料角水势湍险，必得煞上水手方能转运。宜于石港、料角等处居收水手，优给钱粮而存养之，以备缓急。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自温州进发宣和间所至监京，萧金平仗食物，与求奏曰：“陛下简谋大禹，今康国欲以为物类甚德，岂赤而焚之？人显处康国从之。”与求立御史三院，知无不言。前后几四百奏，其言皆直，自敌己以下有不能堪者，上时有所训斥，每曰：“汝不识审中臣邪？一吏部尚书兼权翰林学士兼侍读，遂出为今湖南路安抚使，知潭州尹基盖辞许之。 PG 2495。四年，初知镇江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，复以吏部尚书诏除参知政事。今人将入寇，上谕府臣曰：“朕当清总六军。”与求赞之曰：“今日清征，皆由胜断。上亦决清征书车公师以次。”上曰：“朕以二胜在远，趋己通合，今欲逆乱如此，安可复忍？”与求曰：“和亲乃经人吕氏之策，不足信也。因奏诸将分屯江岸，而敌人往来淮甸，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程，须及之，彼必有反顾之忧。”上曰：“当如此错置。”五年，兼权知枢密院事。时张俊士师江上，以行府为名，言知泰州少标及巨银田利害事，起送尚书省，又指从之。与求不能平，曰：“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？”六年，张俊父欲出事师，不告知同列，急得止，乃退而叹曰：“此大事也，吾不与闻，何以居位？”遂盖辞罢，出之明州。七年，上在平江，召见除同知枢密院事，从至健康，迁知枢密院事。薨，赠左迎清光禄大夫，侍中闵。狄汝文，字公训，润州丹阳人，登进士第，以清老不调者。十年，擢一礼局编修官，赵对徽宗加之，除秘书郎三管事。建议东风汝文曰：“至道贵清净，经不起上述三代礼乐而失情，汉之耻心非所愿也，则兼肃州税。”久之，赵除著作郎，迁起居郎。皇太子舅父命汝文劝讲，除中书舍人言者谓汝文从苏。是皇庭兼游，不可当赞书之任，出之襄州，
移之冀州，复之唐州，以谢章自便罢。未几，起之陈州，召拜中书舍人，外治典雅，一时称之，命同修折宗国史，迁给侍中。高丽史入贡，照班侍从之上，汝文言春秋之法，亡人虽为许诸侯上，不可卑敬列而尊陪臣。上遂命如旧制，内侍梁师臣，强势百姓牧田，广其原府。汝文言于上，师臣讽宰相处汝文，出守宣州。PG 2496。赵为吏部侍郎，出知泸州、袭密州，密赴海产盐、蔡经旅，辩盐法，盗犯者众，有司穷至党羽。汝文曰：祖宗法度，或私商不解所由，欲尽民也。今细而虐之，将为利矣。昔纵之，密遂供牛黄。汝文曰：牛失黄者死，非所以惠农，宜疏才是之，则其害不思于密。上从之。钦宗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，改献摩阁学士，知越州兼浙东安抚使。谏言改元，上书言：陛下即位设书，上贡常数，后为献吏之臣所增者，当益财损。如浙东河域买卷岁976000匹，而越州乃205000匹，以一路计之，当十之三。如杭州岁起之额盖与越州等，杭州去年已减12万匹，独越州尚如旧，今岂是户等地减罢。杨应臣请使高丽、屠营二弟汝文奏，应臣期往君父，若高丽此以大徒假道以致燕云，今人却请问津以亏吴越，将贺此以对。后高丽果如汝文言，上将信武昌，汝文书请信荆南，不从。绍兴元年，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，除参知政事，同题举修政局。时秦会乡，四方奏请田伟为爵，立元为监。汝文与贵以则都司臣考吏读，积为者臣之。汝文常受辞牒，书自用印，直送省部。入对起至唐吏受禄者，贵怒，面和汝文专闪。又司建方孟清因奏汝文与长官利益，岂能共济国事，罢去一促。先是，汝文在密，贵为郡文学，汝文见其才，故贵引用之。然汝文性刚不为贵屈，对暗相构，致慕贵为浊气。汝文风度翘楚，好古博雅，精于撰咒，有文集行于世。王树，字子尚，庆阳人，崇宁五年举进士第，改制之荆州保定县，以重师道见，通判怀德军，契丹为金人所破，举燕云的求援，召师道受降。数谓师道曰：国家与辽人百年之好，今作是其败亡不能救，乃立其土地，吾乃积女直之祸乎？不听。宣和七年，金果入寇，太宰李邦彦夜召数问计，数曰PG 2497。宿将吾如种师道，且以鲁未服，宜复以西兵，使之入援。邦彦以与蔡攸，攸不然。以数为陕西运判监制治解严事。将是一级，钦宗欲信相邓，先命袭义为京西安抚使，亦求数字。父高宗即位，除直龙图阁。陆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，累立战功，晋级因殿修撰，升龙图阁呆滞，节制陕西六路军马。先是，河东京致使王谢济顿归，
东京留守宗泽臣治已数，全陕西制治使。惠宣御史谢亮入关，述遗书曰：下人之患小而缓，今人之患大而破。秋高必大举，何仗杰率兵举义驱逐渡河，徐图恢复，亮不能从。今人大入，数调兵自沿河至逢义，据险以守。今人先以成兵渡河犯晋宁、清丹州，又渡清水河，破潼关、秦陇皆阵，数船袭诸路，会其讨贼。金元统治屈端雅不欲数数，以为受命辞居数日，告身至，又辞。金人知端与数不协，并兵寇陆延，数在房周闻之，夜驱陆延以遏其冲。金人轨道县丹州，州界陆延之间，数乃自当延安路。十端进统金元进兵，数屡都其境，端气不行，遂陷延安。与在端传出，数闻为急，自收散往往原。观察使王谢义将所不发行援，数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，计谋所归，遂以军复谢而自将百骑驰至乡乐劳军，上以端为助。数至，端令每门减从其之半，比至帐下，仅数骑。端厉声问数延安失守状，且曰：节制固之爱身，不知为天子爱臣乎？数曰：无数令不从，谁其爱身者？端怒，谋集军中诸数而夺其兵，乃夜走宁州。见谢亮曰：延安五路金侯，今既失矣。春秋大夫出江之意得以专之，请诸数。亮曰：史事有旨，今以人臣而善诸于外，是跋扈也，公则自为之。端举而归，乃夺数节制使应，又居迷其官署。会召数守京兆，数先以失律自和的罢。丁内监 PG2498 时张俊自富平败归，使司数及端之言可用，乃并召之。数帝进先至，立臣府秦宝署之策，劝郡收西河，秦奉之兵二关陇以为后图，郡不纳，求中至不许，乃板授参议官。郡念端与数必不相容，端未至，但复其官移公州。数因谓郡曰：端又反心，郡亦为端的事，使有杀端意矣。与在端传绍兴五年，起复知兴元府，立魁禄制治使。数以士卒单挂吉星杨朱一及三权县强壮，两丁取一，三丁取二，号义士。日月于县，月月于州，后靠之不半年，有兵数万。郡言于朝生辉游阁直学士，有谗于郡者，喜数之成都，改加州。明年郡和数亲率清显落直奉辞，寻起之遂宁，故必得请。六年除湖北安抚使之鄂州屈阙，上因宴见数言：陛下欲保江南，摩所事如约少负大业，都今为可。荆州左吴右属历尽南海，前临江汉，出三川，涉大河，以图中原。曹操所以为关羽者也，上大义之，复显摩阁呆滞，知今南府湖北经略安抚使，又复职学士。七年十月，以兵部侍郎召。明年春，入队，上曰：赵卿。之日，张俊已去，赵鼎未来，此阵清浊，非有左右之助。数顿首谢，应奏
恢复之功十年未立，其师在偏听，在欲速，在清爵赏，是非邪正混淆。臣能赏功罚罪，其谁不服？其汉光武以兵取天下，不以不及夺其废，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。又口臣手画情，属厉害，上大喜，即日迁本部尚书，月月拜书密副使。义者起遣重臣行边，遂命数措至江淮边防，今胡宣府使岳飞文述行边，遗书曰：今岁若不出师，当纳节请贤。树壮之，树还朝论今人变诈，自于海上之盟，因即非纳节之欲。当世时，秦桧在乡，以何荣为事？今使乌林司谋至，召去。树还，树立底何意？起诸经史，其言甚切。今又遣张通古来许。PG 2499。割地，孩子宫，归太后。树曰：何意之事，臣所不知。凡七书其免官，乃以资政殿学士之潭州御史忠臣勾龙如渊和树本赵鼎所见，七军往上，树罢归至九江，被命夺职，徙家居焉。十三年，御史胡汝明论树积善朝政，则想得军节度副使，到州安置，治法所促，孝宗思树言追复其官，是敏捷子六人知其甘道中知枢密院事。辛丙，字如慧，福州后官县人，登元符三年进士第，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。先是蔡京废发运司转班仓为职。达纲周入律青岛沈周而顿户部受虚数，仍未经莫敢言。丙即书其弊，且以变法后两岁所得之数，较长岁亏欠130有二万，知意广而入请为，其下有司嫉妒。徽宗以问津，津怒，以丙为举挠，则兼南建州新封场，寻提举动萧公，岂知元州夷吾为君。靖康初，赵为兵部员外郎。高宗即位，除左司员外郎，辞未己，起职龙图阁知潭州。明年，张俊调兵潭州，以丙懦怯不能，罢之，寻以起居舍。人赵辞。绍兴二年，复以侍御史赵守言今日公道庸塞，封俗推薄，连书三省所行乖失数十事，请御大臣勿发都堂公见之。李时福建八州天差至180余元，丙言兼为多事之时，冗时之官无益，当罢从之。苏胡地震下诏求言，丙言大臣无畏天之心，何事不可为？其言甚峻，由是载侄吕一号居家呆罪，丙和罢一号。知枢密院事张俊召父行在，丙论其败事误国，俊作落职。除御史忠臣，十方遣使议和，丙方言：今人无信，何意？不可视，以讲求守御攻战之策。以及请外，除显摩阁直学士。知漳州，为父而卒。赵秉任中执法，操行清修，今其云王平吴以葬，赐银伯父其家，赠通义大夫。论曰：秦桧晚见事以收人望，然一时之名之事，亦岂尽可。 PG 2500。笼络者哉，诸桌论事者不合，王伦代言辞和体要，若隐色王之望人品虽不同，其附和亦则一耳。徐府莫与傅鼎争辩，举义岳飞亦哉。
甚欲求止和亲之意，敌汝闻善料事，而贵以为意。己王述论都荆州，当时诸臣之虑皆不及此。考夫其宽之事，述盖中一人也。心秉雅致清修，又岂多见也于？于